开始了。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优化教育的油画公开课课堂啊！刚刚差一点就说成了彩铅公开课。好久不见哈，就是油画课的话相对比较上的少一些，但是因为我们上一个月已上了整整一个月的彩铅公开课，所以这一次呢我们要画一个油画。有接触过或者画过油画的吗？有的话敲个一。这是我私底下已经画好了的哈，所以这个我先拿掉。你们觉得好看吗？觉得好看的话敲个二。好的，我要把今天的这个我的这个新画框拿过来。大部分同学是没有画过的哈，因为油画入门的门槛会比较高一点，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为什么它高呢？一个就是它的材料的专业性比较的高一些。你看我的油画笔，就一小部分就是在这儿哈，这些一小部分的笔还有很多，比如说还有一堆。看我的油画笔，这只是可能一半哈，我还有。油画的话呢，它材料方面不懂的话呢，就是很难买到好用的材料，然后不同类型的笔怎么使用它也比较讲究技法。再者呢，就是一些其他的备选材料，比如说这个颜料怎么选啊，油啊都不是很好配。那我待会一一的给大家说好，不着急，这样是作为一个咱们的一个分享课，所以我尽量就是化繁为简，好不好？因为打的光比较的亮，所以我的手比较的白。你们今天看咱们优化教育的公众号了吗？今天写了一个文章，然后那个文章上面不是有一个兰花指吗？你们看到那个兰花指没有？就教你们怎么去区分彩铅纸的正反。你们有没有看？有看了的话敲一个九，看有多少乖宝宝有关注，定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没有关注公众号的哈，都要打手板信。开玩笑的，关注优化教育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因为你在公众号上面回复油画素材图，就可以领到今天所画的素材原图，以及回复油画作品图，就可以拿到今天所画的这张作品的原图。所以回复这个关注公众号就有这么的重要哈。包括我们往期的视频，在上个月吧，有画了一个海，就是海水的一个海浪的油画。你们如果说想要学习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节课也画的比较的细，没有打粉底，我没有打粉底，你看我的手臂这么白，我没有打粉底，好不好？开玩笑的。好，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要画的这个素材图。很多人不知道油画难在哪儿，其实你们觉得油画仅仅只是难在材料上吗？其实并不是的。材料的话，入门在网上就是你搜材料包啊，或者说小白入门的这种，就一搜一大堆，其实还是很多的。但是油画是难在哪里？是难在材料的使用上，材料使用上以及跟你绘画过程你的这个步骤或者说思路上。所以学油画其实更多的话是学思路，我们要学习处理画面的思路，处理画面的这样的意识。就比如说今天在开始处理这张画面的时候，就今天这个画面处理这张画面的时候，我们就一开始看到这张图就要开始思考这个画面它有什么好看的地方，以及有什么不好看的地方。这里的话就能锻炼我们的审美。那我们说一下好看的地方，你们觉得这个画面好看的地方在哪？以及如果说假设你在画画的时候，你觉得哪里比较难画，或者比较难处理，或者不好处理？先说一下好的地方。画油画第一次就是面对我们的客观物体哈，就一定要学会处理画面。如果你没有这个思想的话，很难说能画好油画，或者说也很难说画好画。油画只是说它对整个画面控制来说是更多的，你像我们接触画画可能更加多的是接触彩铅呀、素描啊、水彩呀，这些画种是比较常的接触的。因为这些画种它不需要整个画面去上色，就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彩铅，就是可能就是一个东西
一个小东西或者一小幅画，那一个东西处理的话它比一整张画处理它要简单一些，你们说对不对？对的话敲一。那油画就是很少说我只画一个物体，比如说我这个苹果就中间摆一个苹果，旁边我就不涂色了，对不对？不可能，我就是画一个苹果，我旁边这个颜色也得涂满它，那我涂这个背景颜色就有讲究，我是涂什么颜色呢？颜色有什么倾向呢？然后它具体有什么调，颜色怎么调呢，是吧？它是有讲究的。那很多人刚刚说没反应哈，你们看不出它好看的地方或者不好看的地方吗？如果看不出来的话你就跟着我走一遍。首先这个画面的话比较漂亮的几个地方，比较处理出有味道的地方，就是你可能处理出来它比较有味道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这个透明的玻璃，是不是它很漂亮，以及这个几个花的层次感，白色花的层次感会不会，然后这些零零散散的叶子碎碎的小花都是比较好处理的，是不是比较漂亮的地方，有没有觉得，有觉得的话就刷个一。好，那难的地方呢，其实难的地方就是整个画面色调很暗淡，如果说正儿八经按就是按全部写实来说，其实这张画面并不好看，就说这张画面如果说画成画，它是颜色很暗淡，包括桌子的颜色是很脏的，这样的色调并不好看，对不对？对的话就敲一个九。以及后面的这个背景的颜色太白了，它太白的话你有没有感觉它很抢这个花的主体，特别抢它的主体，觉得它很跳跃，再对的话就敲个八一直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那这些地方就是我们画面的难点，所以说我们在处理这张画面的时候，我就要把不好看的地方变得好看，然后把好看的地方更加凸出来。那好看的地方就是这个玻璃的地方，那我肯定要重点塑造一下，是不是？还真的有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哈，哎，辛苦了辛苦了，么么哒么么哒。好，那第二个这个花，这个花怎么画呢？你像这个白色的话，因为油画它是靠覆盖力，是覆盖力去画的，也就是说它是一层颜色覆盖一层颜色，一层颜色覆盖一层颜色的。那如果说我们一般说直白一点，我们彩铅可能更多时候是留白，就是亮的地方我们会留白，或者水彩浅的地方我们会留白，但是油画我们不会留白，我们叫做提白，就比如说是在一个黑色上，我们可以把这个亮色提出来，就是拿白色覆盖上去，这叫提白。这就是油画跟普通的其他的绘画最大的一个区别，就跟水彩跟彩铅或者跟这个素描也是，这种一般是留白，但是我们是提白。提白的话就是说颜色覆盖上去，把这个颜色提亮，能懂这个意思的话就敲个零。这是我们一些最基本的技法哈。那这些最基本的技法就代表着我待会儿我要为了凸显出这个花朵好看，所以我在使用的时候我肯定是会把边缘的这些重色首先要画出来，这是因为这个特殊性，油画的特殊性导致了我的使用方法，我的步骤。好，这是我们漂亮的地方怎么处理哈。然后这个碎碎的小花，因为这个花很碎，所以绝对不可能是留白的，也是整体把画面处理完之后进行提白的，这也是我们提，就是那个提起来的提，知道那个提吗？提提款机的提，提款机就应该知道哈。好，那因为它的背景颜色可能不是很好看，或者说整个画面颜色很暗淡，所以说我会把它后面这种碎的背景把它化繁为整，就是我可能会把这个整个窗户，好，整个这个看一下我这张画，把这个窗户就是整体化，你看后面这些重色的地方我都会去掉，你看后面这一块东西呢，这边都有去掉，然后就是简化它一个玻璃，外面的颜色就画的浅一点点，这样子你看我们整个画面，你看过去你的最亮的地方是花的这个位置，但是这张原图的话你们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原图它最亮的地方是不是窗外，是的话敲一，是不是，是的话敲一，那我们这在这个明暗关系上其实就是做了一个人为处理了，明暗关系上一定要做这个人为处理，否则你的花就会暗淡无光。好，
这就是我们至少说由这个画面所引起来的一个思路哈。我们这个思路知道之后，那我们就开始着手去把这个思路在画面呈现出来，那我们就开始起行。嗯，油画起行是不存在说要拿铅笔或者炭笔起行的哈。一般我们今天要画的是直接画法，直接画法很好理解，就是直接在画上做画，所以不会起铅笔稿，也不会起炭笔稿。如果说油画你是想起一个很细致的稿的话呢，那是怎么样子的呢？那就是会拿铅笔或者炭笔去起，但是我们今天不需要。嗯，起行的时候呢，一般是使用稍微细一点点的，然后稍微偏硬一点点的笔去起行。那一般是猪鬃笔。猪鬃笔的话，其实它就是猪毛笔。猪毛笔的话，好一点的猪毛呢，就是玉鬃。玉鬃的话，就是呢，这里有两个字，重庆的那个称就是鱼嘛，三点水的鱼，是重庆吧？重庆是鱼吧？是吗？邱小说的是的，好是鱼哈，棕是猪棕，那个棕是棕还是棕？教我念一下，是棕吧？应该是，就是猪毛的意思，就是鱼棕笔的猪毛是比较好的，然后也会比较贵一点点，这个笔是好用一些的。好，拿一个这种小号的，大概是一号或者二号的。猪鬃笔去起行，因为它比较硬一点点，起行的话线条的话好画一些。那我们这个画框的话，使用的油画框，油画框市面上都能够买得到，好，这种画框叫做成品框。成品框它是这种白色的，但是这个框并不是质量很好的。这种框的话呢，它是属于成品布，它不是属于纯亚麻的，它会有一点点亚麻跟棉，就是麻棉混纺，因为棉布它吸油，然后它那个就是颜色的承载，因为太软了，所以它相对没有那么好一些。最好的油画布它是麻的，就是是不是说错了，是那个亚麻的。亚麻布是最好的，但是这种一般便宜点的框都不是哈，亚麻框是很贵的。但是我们练习阶段用成品的棉麻布就好了，棉麻布是很够用的。关于油画的这些材料最基本的问题不懂的话，同样也是关注油画教育的微信公众号，又一次的又，来，油画教育哈，就是这个 logo， 油画教育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底部菜单里面有一个教程，然后找到相关油画的教程，里面有油画入门的文章，给你进行知识点扫盲。油画是一个比较高端的画种，也是说白了也是一个值钱的画种，这些理论知识不是网上随随便便啊，或者说能找到的，因为我本人是油画系毕业的嘛，所以还是给大家分享的知识点能够还是比较浅显，然后能够比较容易懂一些。这个资料是非常宝贵的，你们要记得去查看或者说自己去收藏，好吗？好的话就敲个一，我就不多说这个事情。油画你自己不下一点功夫哈。嗯，不去主动的学的话，其实很难说我一节公开课我就能够给你把知识点讲全，因为这种材料的课程可能都能讲好几个小时，但是方法跟东西都放在那里，就看你自己拿不拿。好的，那起行的时候呢，所蘸取的这个油呢，油画是用油做调和的哈，这个就是很好理解。比如说我们画水彩，我们洗笔呀，调颜色呀，或者颜色调不开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水在调和的。这个应该知道吧？知道的话就刷个鲜花，知道的话就刷个一或者刷个鲜花。这是一般用水做调和的颜料，比如说水粉啊、丙烯啊、然后水彩呀，都是这样子的。好，那油画呢？因为油画里面它是以油画颜料，你看我这一排是油画颜料，油画颜料里面哈，它是有油的。那你想一下，如果我拿水去洗笔去调笔，油水不相融，根本没办法融到一起。所以说我们油画就是拿油去调和的。那这个油呢，也不是我们吃的油啊，或者说我们菜籽油啊或者猪油啥的，它会有专门的稀释剂或者说调和剂。那我现在首先调颜色的时候呢，我使用的是松节油。为什么呢？因为松节油，你看我笔上沾了油哈，松节油它的
挥发性特别强，也就是说我画完之后在画面很快就能够干掉，它挥发性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很容易稀释颜料，就是你看我这个颜料就像水一样，它被调得很开，对不对呢？被调得很开。那我起型的话，我就直接用这个棕色，一般起型用棕色比较稳一些，用棕色。好，那我们就是把一些大概的位置圈出来，比如说我这个画面，你看我这个最高点，我可能定在了这儿，这个最高点就是说我整个画面它的一个形状，你看我们整个花是不是大概类似于它就会是像一个这样弧形的拱一样呢？它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整个花束的形状是不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是吗？很明显，就很好定呀，就像一个扇子一样，像是一个扇形一样，特别好确定。好，确定好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大概定出来这个玻璃杯，这个玻璃杯我们大概要给它画成什么样子呢？是不是玻璃杯的位置？那玻璃杯的位置我大概就划定到了这儿。下面这个位置是给它留的一个投影，待会我们投影胶布就没地方画了。好，玻璃杯的宽度，好，这就是我们大概在找玻璃杯的位置。这个玻璃杯其实是有一点点矮胖矮胖的。很快能够定出来。国画课听了几课？国画课的公开课也是比较难得的哈。主要是我们一般因为彩铅课上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嘛，所以更多时候是彩铅课上的频率多一些，因为国画课呀，像水彩课啊，老师们平常要写教案呀，要研发这个课程体系啊什么的，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上公开课。因为油画并不是一个以公开课为主要招生途径的一个机构嘛。一般上公开课了解过，在线上了解过的就应该知道，其实公开课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招生课嘛，它有营销嘛，你要招生，要别人知道你的机构，别人想要报名，你就得试听嘛，就是它的目的更加倾向于这样一些，会不会？但是因为油画不是以这样的一个目的去做公开课的，所以说就并没有太过多的去开设一些公开课。你要知道，有一个词叫做"无利不起早"，呵呵，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我们上课的话还是比较负责任一点，公开课只是说相对少一些，但是有的话还是上得很好的。哎，黄婆卖瓜，自卖自夸。好。那我现在你看，我就是一个是把投影定出来，这些轮廓定出来，以及这个上面它还有一个水位线，这里水位线，还有这个位置呢，这个位置，比如说我可以再加一点点油，再加一点点这个松节油，你看混一下哈，来看一下，就是等这个就是暗示了它的这个暗面了，一般会用这样子的方式起型，就会把明暗关系把它定出来，这个方法是非常简单的哈。好，定出这个之后呢，再把它里面有一些小细节，比如说呢，它下面有一个明暗面，这个面的话是也是一个暗面，那这里也是一个暗面，暗面、灰面、亮面，就快速的会把这个面确定出来。好，这是我们的杯子。确定出杯子之后，你们发现没有？它整个桌线，它的原始桌线，它是一个斜的，它是一个斜的，它很斜，斜到了可能到这儿，特别的斜。我那张画呢，我是有把这个桌面把它改成一个直的，但是你可以不改哈，这个就是看你的具体情况，你想改就改，不想改就不改。那我这里我就不改了吧，我就尽量尊重一下原图吧。好，这里就是相当于这个桌面，但是这个倾斜线不宜画得太过于倾斜了哈。看人画油画呢，你会觉得就是好像比较好玩一样哈，就是
比较洋气，会这样子吗？好，桌面，这有是相当于这个直角哈，就在这儿。我把这个桌子再抬高一点点，就一而再的在反复的推敲，确定一下它的这个桌面，反复的调整。好，接着这里就是墙，这里有个墙，好，这个是墙的厚度。好，这边相当于就是暗面了哈，这个面就是相当于是暗面了。往后走，这个都得心里有底的，心里有底哈，你心里得知道。好，再继续来看一下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线哈，比如说这里，这也是墙，这就是那个窗口的窗口，看不到，但是你得表现出来。你看，比如说这个后面的墙，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嘛。这窗一个窗的厚度是不是一个飘窗？然后它窗户是有厚度的，所以你要把这个厚度画出来。你即使看不到，但是你得表现出来哈，在这个里面。不能这条线，你看，比如说这条线连不上，这条线必须得保证它是直的。这些最基本的要求还是得做到。好，这个是窗户。你会发现，你如果说前面不加油的话，不加这个油画的话，你颜料根本推不开的，根本推不开。接着基本上我们整个画面的一个构图，这叫做构图，就已经确定下来了。你看，从这个墙到这个墙面，再到这个窗户哈，这个窗户再到这个墙，这是桌面，然后这个是花，这个是花的一个大概轮廓。好，接着又开始要定区域，看一下，定这个区域的话，我们可以看得下哈，就是你可以用一些圆圈圈去代表你的花的位置。首先你会看到这主要中心最主要的几一个花瓣的位置。我们看一下最左边，最左边它的垂直线下来这个点，这个花的垂直线下来这个点是不是在这里之外？就你通过这个方法，你就能找到我们花的左右点，知道吧？好，这一朵大花也是垂直线下来，也是在这个。在这个咱们的这个瓶子之外，不知道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哈，就是我得把这个位置定准，怎么定准呢？我给你们讲解一下，把这个图片拉出来。来看一下，就是我要定出这个位置哈。你看，本来就是我们这个瓶子已经定好，对不对？你看我定出这个点，这个点它在这个。瓶子垂直线以外，垂直线，好，这个点，这个点，在这个瓶子垂直线以外，你就能找到这个三角形，就能够把这个花的面积给圈出来，能懂吗？能懂的话敲个一。这是我在观察这个画面的时候所得到的一个参考点，我需要参考它。好，参考。我需要参考它，记住了哈，需要参考它。那我这个点就定出来了，好，这个点也定出来了，是吧？好，那我就把这个花的位置大概确定出来，这个三角形。好，确定出这个三角形之后，首先这一个大的花瓣，整个比较大一点的这个花，我就把它定在了这儿。这是一朵大花。好，其他的这里有一个花。它是一个侧面的，所以它这个椭圆形要稍微椭一点点。好，这个下面还有一朵花。OK，这里的话就是一朵小花了，这个位置是一朵小花了。就每一个花的位置，就用圆圈圈出来就好了，就不需要画的那么细的。好，这个侧面也是一朵小花，它的花的大小是有很明确的变化的哈，很明确。好，这里有一朵花。好，接着就是这里也有一朵花，这些位置都是比较好定的。这个花就是像一个三角形一样。OK，进出这个花之后呢，就开始干嘛？就比如说这些叶子的位置，好，这里有个叶子，这里有个叶子，好，这里也有叶子，把这些叶子的位置也大概定出来。这里也有叶子，
这是目前在画叶子的形，叶子的轮廓。现在就是说，基本上是你眼睛到哪儿哈，你眼睛看到哪儿，你就得画到哪儿。学习油画呢，最好是有一点点绘画基础的话是最好的。有一点绘画基础，下手的话，它就能够肯定一些，就能够确定一些，就不会在那磨磨蹭蹭。因为我们没发现，有没有发现，我基本上每一笔都不是虚的，就每一笔都是比较精准的。如果说你做不到精准的话，你这个画面就会很乱，很乱的话呢，基本上起形就会很耽误时间。速度快一点的话，起形可能只要10分钟都不到就可以搞定的，其实。油画学习的话，前期我们一般使用的技法呢，是一个直接画法。直接画法是非常锻炼画面控制能力的，主要是锻炼画面控制能力跟什么呢？跟我们的这个调色能力，还有造型能力，还有油画的最基本的技法，主要是锻炼这些。然后到后期就是学什么呢？就学一些厉害一点的技法，比如说超写实啊，比如说古典油画呀。古典画这样的间接技法，油画是很讲究这个步骤的哈，所以我们现在的重点的话，前期入门首先就是造型问题、起形是吧？观察问题得解决，然后调色，每一个颜色调色以及上色，你至少说保证你这个颜色能上上去是要确定的。好，这些红花花的位置的话，你就可以大概点一下，就很好点，大概点一下差不多就可以了，就不需要特别关注。接着就是这些暗部颜色的地方，你就是还是刷这个大笔触哈。这些如果说有一些颜色你感觉是重色，你就大笔触刷出来。那你觉得它这个颜色是重的地方，就大笔触刷出来，暗示一下，就等于说我们这个形就已经搞定了。看着这个画面的话，就会觉得好有感觉，就感觉很好玩的样子，会不会？好，那我们就开始上色。我们画油画的话呢，一般画风景呀，或者画花卉的话呢，就会从背景开始画。为什么呢？因为背景呢，或者说重色，或者说重色开始画，两个都是可以的。从背景跟重色开始画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背景画完之后呢，我们定完背景，背景是属于大面积的东西。如果你背景的颜色色调没确认准确的话，就会影响主色调。还有一般呢，也是从暗部颜色开始画的，这两个颜色是都是可以的哈。好，那我的话就会选择，我看一下哈，我看一下，那我就直接从这个背景色开始画吧，我先把背景色大面积的背景色先调出来吧。好。绵羊跟棉签有什么关系？好像是有一次我上课我念成的不锈钢棉签吧。好像是这样子的，后面好像新家就抓着你不放。好，调色的话呢，注意哈，就要使用大一点的笔，你个小笔调色调半天肯定不行。那我们就换一般大号一点的笔。这个大号一点的笔有多大呢？你可以根据你的画面调整。你觉得你画面需要大一点的，一般画前面几遍颜色就尽量挑大一点的笔，就是刷刷几笔就能搞完的，那会更好一些哈。这是我们的油画。那我就直接拿了个大刷子，这个刷子呢，大概是你看有跟我手指对比，你就知道它的对小了。用这个笔的话呢，也是你在画之前，为了让笔湿润一下，可以最好是在油里面泡一下哈，在稀释剂里面，这样子就会说笔会软一点点。前面一般起形直接画法，前面起形的话都会更加推荐用珠中笔，因为珠中笔起形就是它打底色用的话，它的附着力会强一些。附着力，你们有没有画过？哎呀，这个感觉跟你们很难引起共识，这很多人没画过油画。然后我一说这个问题，你们 get 不到那个点，所以我说有没有有没有？哎，就不说了，就我都断掉了。就是画过油画就知道，就是感觉画油画一上去，这个颜料打滑，颜色上不上去，那就颜料上不上去。有这种感受的话，敲一，我感觉应该很少吧，就是好像就是像刷油漆一样，就感觉颜料上不上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前面打底色铺色的时候，就最好使用刷子或者使用珠中笔，它颜料就好上上去一些，因为这个笔的话呢，它的摩擦力强一些，
它的摩擦力强一些，它不会很滑，阻力强一些，那就好上色一些，知道吧？好，那我就直接会调，我会把它的背景色提亮。你看这一块的颜色本身是一个很暗的绿色，然后我就会用一个白色进行相当于进行提亮吧，一个白色打白色是一个基调，然后在里面调成一个那种暖暖的绿灰或者黄灰色。绿灰跟黄灰色怎么调呢？首先你想让它比如绿灰或者有黄色调，那你黄色你看沾一点土黄，这个颜色是土黄，沾一点绿色，这个两个颜色都是要的好，然后混到里面，看一下，混到这一大堆的白色里面，看一下调色。好，你调完这个颜色之后，你看合不合适？你画上去有没有觉得这个颜色太白了，一点都不符合我们画面那个暗暗的色调，就是那种房间里面阴暗的色调，有这种感觉没有？有这种感觉的话敲个一。好，那你就可以加一点点互补色进去，比如加一点红色。红色可以降低纯度，或者加棕色、加黑色、加蓝色都可以。其实灰色很好调，灰色就是什么？你颜色混得越多，它就越脏，就越灰，明不明白？所以你什么颜色你都可以混一点点，只要保证它这个基调在这。如果说颜色深了，你就继续加白色。你看颜色深了，我就继续混白色，是吧？颜色深了，我就继续混白色。感觉它偏绿了，哎，我就加点黄色。你感觉它偏黄了，我就加点绿色，反正这个颜色你就可以不停的混。好，混完之后在画面粘一下，看这个颜色合不合适，漂不漂亮。那你们看一下，觉得这个颜色好看吗？是不是觉得这颜色还挺好看的，挺舒服的，好，挺稳重的。这个调色就是不断的尝试，你可以多调几笔，完全没有问题的，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油画直接画法的话呢，我们这种直接在画面上色的话就直接画法哈，就直接在上面调色。它调这个颜色呢，它会有什么呢？它就是油画是可以在画面调色的，它不仅仅在调色方可以上色调色。你看比如说我直接蘸一个黄色，我直接在画面都可以调色的，所以说可以说是一个边调色然后边画的画种。那你看一下，你看我可能就是笔上有很多颜料，看到没有，那我就直接在画布上就调开了。然后调的时候呢，画的时候呢，力度就是你有这种要有稍微有一点点力度，在画面要使用按压的手法，这样上色。不使用按压的手法，颜色上不上去的。不使用按压的手法，颜色是上不上去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哈，就我在上色的时候是使用按压的手法的，多按，然后快速一点点。而且这些上色的方向哈，也是比较的不一致。什么叫不一致呢？就是说稍微的乱一点点。因为油画你直接画法它是讲究画感的，讲究画感就是说我这个画面的这种笔触感是非常的舒服的，它是非常的有感觉的，甚至说可能每一笔颜色它都不一样，每一笔颜色都不一样，甚至说我会把这个里面画进来一点也没关系，就稍微的让每一笔颜色都显得很丰富，这就是要求。那你就可以说就是理解为随便上，没有特别强烈的要求，就只有在这个跟花瓣衔接的地方，你就可以用一些这种调笔的呢，这样调笔的方法，就是让这个边缘显得自然一点点。如果说你是很呆板，你看如果说有一些上色的话，我就很呆板，就顺着这个边缘，你看顺着这个边缘一笔一笔这样糊，这样就显得很呆板，非常的呆板。那怎么办呢？你看我们上色的时候就可以呢，我直接就是这样这过来就好了，因为我们反正这个地方是个重色，待会就会有一个颜色盖在上面，我直接会盖掉它，所以不需要很小心翼翼的把这边留出来，是不需要的。能懂这个意思的话敲个一，是不需要的，你就直接就是糊就好了，因为颜料油画是一层一层盖的，它不需要小心翼翼的去把边缘留出来，它是讲究画感的，就是这个画面的放松，画面一定要放松下来，这一点能够懂的话敲一个九。所以说为什么油画卖的贵呀？因为它艺术价值在这儿呀，就画面处理上面它有很多这种小的讲究的一些就说的这种东西，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一个艺术处理方式，会让画面显得它像是一张画而不是像一张照片，它会像是一张画不会像一张照片。好，这颜料调少了，我就继续调哈，继续调，看我每一笔颜色的添加，加了很多颜色进去。好，我这个颜色你就发现我加进来的颜色你看明显偏红，对不对？那我要画在哪里？我就画在这儿，
我为什么画在这呢？因为我知道我在这待会儿会画一个红色花，这里有一个红色的花，有一个红色鲜花。那红色的花的话，它这个环境里面有这个红色。那待会儿如果说我在这个画面贸然的就直接一坨红色放进来，那这个颜色是很突兀的，它不够和谐。所以说我就知道了之后，我就会在这个画面蹭蹭几笔，让这个背景里面有一点点这样的环境色在这。这个环境色就会让我们画面背景跟你的主体，它会有一个前后的呼应。能明白这个意思的话，就敲一个一。这就是你，如果说你这个背景的周围，待会儿你有打算要加什么颜色进来，所以你就得提前考虑进来，我需要这个颜色。包括我这里有画绿色，加绿色进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叶子是属于绿色的，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去上的色号。好，同样这边也是。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些知识点思考进来，这就是一些用色的方法跟技法，用色非常讲究用色的，用色是一个关键。好，那这边暖一点点，那我这边如果画的还是偏红色的话呢，它就不好看，因为画画的时候又特别讲究不对称，艺术感的审美方式的话是非常讲究不对称的。那我这边的话，我就把它处理成一个其他色调，所以我会处理成黄色调呀，或者蓝色调呀，都可以，只要不跟这边的颜色一致就可以了。绿色调啊都可以，只要不要跟这边的色调太过于一致。你看，你看有一些人，比如上色的话，这边是一个横的，他就会这样直接，你看这样直接排过来，是不是很难看？觉得很难看的话敲一，就一排一排这样过来，这样是不是难看的？觉得是的话敲个一，这就是上色太呆板了。那我们一定会怎么样？就是要来几笔其他的方向的笔触，破一下它，破一下它，看一下乱一点，破一下它，是不是这样就舒服一些？感觉这个画面真的是在跳动一样，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话敲一好，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些笔触的处理方式。你的笔触就是你的灵魂，是你们画面的灵魂哈，你一定要讲究这个，油画一定要讲究这个的。我是说的直接油画哈，直接画法的油画。今天的主题是直接画法，不要回头给我说什么，那古典油画不是这么画的呀，那抄写时也没有这样见过这么画呀。油画是讲究技法的哈，不同的技法，不同的方法，你不能拿直接画法跟抄写时啊，或者说跟古典油画对比哈，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好。这个整个背景相当于就是处理成了一个绿灰色或者说黄灰色色调，我是觉得这个颜色还有点太偏绿了，所以我打算要用这一个偏橙色调或者橘黄色调的颜色来把它中和一下。我感觉这个颜色有点太绿了，看到了吗？我就在上面稍微添加了一下，最后这个颜色背景它会，你看这边背景就比这边背景又饱满了一些，感觉颜色很丰富，但是又很好看又不跳。有这样感觉的话，敲一。这就是你不停的脑子在思考，知道吧？它不断的在训练你的审美能力，它需要不断的去训练你的审美能力。它不是说一遍就能够到位的，它是不断的在磨合，不断的在调整的。每一笔，你这个地方该不该有，该不该画，该不该加，都是。你的脑子里面有一个东西，有一个这样的分析在这的，但是你因为你们没有画过画是吧？比较短期的接触过，没有系统的接触过，所以这些东西你可能不懂。你看这边我就添加的多一些，这边我就相对加的少一些，不非得说非得跟我加的一模一样哈，就是你自己可以调整，就是让画面的颜色丰富。但是如果说你看，如果说这个颜色你调不好的话，你看如果说我这个颜色一不小心调多了，颜色你看一不小心调多了，那就画在上面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很难看？对不对？觉得难看的话敲九，那就要考验你的审美了。你就知道难看嘛，对不对？难看那我就再把它柔和一下，把它柔和一下呗，或者说把笔擦一下，是吧？柔和一下，对，柔和一下，是可以有挽救的方法的哈。那比如说，我把这个，首先就把笔擦一下。油画是油画笔不需不要洗哈，直接拿纸巾一抹就干净了，因为油是很顺滑的，就把它稍微。擦掉一点点就好啦，或者加一点点绿色啊，擦掉一点点，加一点绿色就可以了，看到吗？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好，不要怕哈，
接着呢，如果说你非得写笔，洗笔哈，说错了，就是后面这个颜色是比较干净、比较漂亮的，对不对？如果你非得要洗笔的话呢，就是拿松节油洗笔。松节油的话，一般会放在一个这样的漏，就是这种专门叫洗笔桶。你看它有一个有两层，为什么有两层？因为你油洗笔之后，它那个你看上里面有那种白的是吧？那是颜料，它会沉淀到下面，它会沉淀到下面，所以说就需要有一个漏网。漏网在这个里面洗笔，洗笔这样子就是跟水洗笔是一样的，看到了吗？这是洗笔的，那颜料一下子就会洗得很干净。这是一种稀释剂，专门用来洗油画笔的，也叫做松节油。好，这个笔就很干净了。这个东西是可以反复用的，好，用个一年半年都没问题的，就不浪费，因为水的话老是要换水嘛。好，把笔洗干净。油画就是说，你如果说颜色是一遍一遍加重的话，你就可以不洗笔。但是如果说是比较干净的颜色，比如说这块颜色比较的干净、比较漂亮，那我们就得洗一下笔。好，比如说我画这块颜色，这块颜色的话，我会让它微微的泛绿，就白色里面泛一点点绿吧，白色里面泛一点点的绿光，那我就加一点点绿色进来。然后加一点点柠檬黄，看一下颜色变化，它就变得很亮，是不是很亮的颜色？这个颜色就会很漂亮。好，这块颜色所暗示的就是窗户外的美景，窗户外的世界。颜色的话，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的一个调色习惯？我不会去过多的。这样混啊混啊混，因为过多的这样混颜色的话，颜色容易脏，颜色是很容易脏掉的。所以油画的话就注意哈，就不要过多的去混颜色，就稍微因为你在画面的时候，你看你画面来回的这样运笔，来回的运笔的时候，本身就是在混颜色了。那我会来回的运笔，它本身就已经是在混合颜色了。如果说你在调色盘上过多的去调和的话，颜色也会脏的，记住了哈。这又是一个注意点。你看，又是一个很漂亮的颜色。肥皂水洗笔，肥皂水洗笔指的是你这个画画完了，你需要把笔收起来了，你就是肥皂水把笔清理一下。但是你绘画过程中是不需要做的。你绘画过程中，如果说老是用肥皂水去洗笔的话，那你今天这一年感觉就是就画一张画了哈，太耽误时间了。不会的，不会的，太耽误时间了。而且有肥皂水一洗完。就代表着你的颜料里面肯定是有水了，有水的话会影响你的画面的。好，这边颜色稍微绿一点点，一块绿色调。好，背景的颜色都颜色稍微浅一点点哈，就是说白色成分要多一点点。涂的时候就尽量我说了，不要一个方向涂，要两个方向运笔，多用几个方向的运笔。图的话呢，就是在画面呢，这样子运笔啊，就是你爱怎么动怎么动，就是来回运笔就好了。这样来回运笔，你爱怎么动怎么动。这样子运笔的话呢，颜色很容易覆盖在上去，因为第一遍铺色是要用一点力气。你看，我不用力气，你看我不用力气，这个颜料就在外面飘飘的，看到没有？你要干嘛？你要这样用力，看到没有？用力的揉它，揉腻它。油画笔是很揉腻笔的哈，油画。不像其他一样要爱惜笔的，就是用力揉它，这样子玩啊，这样子都可以的，懂不懂？就是这样玩它，你爱怎么弄怎么弄，这样子你的颜料才会附着到这个布上。如果你这样轻轻的扫，扫不进去的呢，轻轻的扫是扫不进去的，看到没有？记住的话，又敲一个一，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些上色的技法，这是最基本的。但你如果这样子画的话，根本画不上去，得懂哈。好刺激，这有啥好刺激的？来回的这样子去画，把颜料涂上去。这一节课就是说我先把颜料涂上去再说。OK。好。接着我就是要画这个墙
B。哦，左上角就是一块绿色，看不见，没关系的，就是一块绿色，跟这边一样的，一块浅绿色。这个色调就会比原图显得小清新很多，有感觉吗？但是这些颜色必须得保证它的颜色色相啊，颜色很精准哈。这个就是锻炼调色。如果说你前期怕调色有问题的话，我的建议就是尽量就是参考我的作品图去画。你像画彩线，我对你们的要求就是不可以跟着作品图画，因为彩线是一个写实类画。但是你像油画的话，它就是一个处理，靠画面处理的一个画面。你可能前期颜色没办法主观能动的去判断，那你就多临摹。就我的油画作品的话，你要喜欢的话，你就可以临摹一下，好不好？好，这个窗台的面积会比较小一点。那我们在上色的时候，哈，上色的时候就要换一支小笔。你看这一块颜色要跟，你看这块颜色既要跟这块颜色分开，又要跟里面的墙面的分开。所以这块颜色的话，我会把它处理成一个灰色调，因为外面这块颜色其实它是很干净、很漂亮的，像牛油果绿的颜色。那你就是说你颜色再浅也不能浅过它了，会不会？对不对？颜色如果是跟它一样的颜色就分不开，所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处理成灰色、浅灰色。浅灰色怎么调呢？你可以加点白色，你看一坨白色，然后把这些颜色全部混啊混啊混啊混，就混到一起，它这个颜色就慢慢变灰了。你看，你把这些颜色全部混啊混啊混到一起，全部混到一起，有没有感觉这个颜色好像变灰了？明显变灰了。好，我会让它再偏蓝一点点，因为它有一点阴影的效果，就是蓝灰色色调，偏一点点蓝色。所以加点蓝色进来，然后混啊，再混，再加白色，混啊混，调匀一点。调灰色就是秘诀，就是调匀。记住好，调灰色的秘诀就是调匀，要颜色调匀，这样子才会有灰色的效果。好，这里的话我就把它处理成一个蓝灰色，这样很快的几个面就分开了。好，这个下笔的话就得稳哈，就是说这个边缘呢，这个边缘你得明确。一笔下来就是一笔，这样子它的墙壁跟外面的风景才能分开。往上用力一笔，这个下笔要慢要稳，是不是立马感觉这两个面就有一些区分了？好，继续，就是得稳，两个面必须得分开，必须得让它们分开。有没有感觉分开了已经？这就是墙面跟它的这个，跟它的这个。什么？这个面，这个什么面来着？我也不知道什么面哈，反正就是窗户的厚度，墙体的厚度，有点像是墙体的厚度一样。好，这边微微的加重一点点，区分开，这就是那个墙的厚度。要稳哈，拿了一支小笔，必须得稳。油画不准备学看热闹，看看热闹也行。但是油画能学出来的哈，100%就是说。可以卖画的 油画的话，你随便看一张这样的画，你卖给别人几百块钱，人家很乐意的。就挂在家里，它档次不一样啊。油画是非常能够卖得起价的一个画种，但是油画也是目前来说能学油画、能有好好学油画的地方的地方少。好，这边也是这一笔得稳哈，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就得稳，你看手绝对不能抖。过来你就得稳，必须得稳住，这样子你才会有窗户的感觉。是不是有了一个这种层次感才会有？好的。接着继续画窗户哈，这个窗户中间就是像有一个窗，它有一个窗户，它得有一个这个，中间有一个栏杆嘛，有两半的窗户，这个就是代表的窗户，轻轻的表示一下，不要画多了，让窗户就是显得更加有层次感一些。那这些笔触的话，你就得画的，就是说要干脆一点哈，就不能像我开始说的，我开始这边都很乱，但是这两个地方我就很稳，就下笔就很准，然后很稳，
这就是得练习你的手，要练习手的哈，手得稳，记住了吗？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要画桌面。画桌面这里就引来了一个问题，因为整个桌面这一块颜色是比较亮的，如果说你这个颜色画的比较浅，因为这里的颜色其实是比较浅的，如果说你不进行一个衔接或者不进行一个处理的话，它就分不开。所以在这里画之前我就干嘛呢，我就会把这个边缘的位置稍微加重一点点，也是拿了一支小笔了哈，加重一点点其实就是会给我们后面画桌面的话就会留有余地，就是让它有这种似有似无的颜色，好像加重了的感觉，就会让这个桌面，你看这个地方重了一点点之后，重了一点点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调一个桌面的颜色，桌面的话也是一个蓝灰色色调，灰色嘛，现在这一块颜色本来就是个灰色了，你们有发现吗？画了这么多的颜色，画了这么多的颜色，整个画面还是在一块调色盘上，在一块上面打转的，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画画的一个好习惯，我们要合理的利用你每一块颜色，你在一块颜色上调的颜色，你画面就会很和谐，因为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他。那很多人就会说，比如说有些调色这里一块，这里一块，这一块，这一块，每调一块颜色用一个新的地方，这是最蠢的方法哈，这是最不对的方法。左上角的图片我现在不好调，调不了， 不方便，因为我要把图片缩小，我要把我的界面又全部关掉，就这个地方看不到，你就没关系，因为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有做了示范，就是下笔稳一点的这样子嘛，这个就很抱歉哈，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因为我在录播，到时候一退出来东西又得全部重新开。好，你看这个是偏蓝色，明显的偏蓝色调，对不对？你要这种颜色色调颜色偏的比较的明确一点，那你就要尽量的减少它颜色混合，就是你要尽量的避免它这样混，这样你看颜色，不管你这颗蓝色比如说这么蓝，对不对？就是因为我这样老是混，它就变得很脏了，有没有感觉？刚刚明明这块颜色好像比这块颜色漂亮一些，但是就很脏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注意哈，想要颜色稍微干净一点点漂亮一点，就要减少颜料的混合次数。好，桌面这个桌面就偏蓝一点点，因为刚刚我有把后面的背景有适当的加重一点点，看到了吗？所以它俩就很好区分，你看这里我没有把背景这个边缘加重，是不是感觉它俩分不开，好像融为一体了，对不对？对的话就刷鲜花，这就是技巧，这就是画面处理的技巧，你很微妙的对比，很微妙的对比都能够让画面完全不一样，所以一定要学会这种技巧哈。我就已经整个画画的思路我是边画边讲解，已经是比较难得了吧。每一句话都是金句，每一句话都是方法跟技巧，这些东西不告诉你们靠自己琢磨的话，那真的是得多花很多时间的，每一句话都是技巧，就看你学不学得进去了哈。颜料呢，就是要稍微厚重一点点，千万不能画太薄了。好，慢慢的靠近前面，颜色就得重一点点。为什么呀？因为离光源，你看你这个前面离光源远一些嘛，是不是？后面就是阳光进来的地方，这些地方就是离光源比较远了，所以你颜色就得重一点点。然后也要画的薄一点点，不要那么厚重了，画薄一点点，颜料稍微少一些。好，色调里面有一点点这种黄绿色的色调画进来，有这种黄绿色色调。油画跟水彩的区别是什么？我的天哪，油画跟水彩的区别那太大了哈，那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天一个地，就完全就是区别太大了。材料呀，技法呀，然后
什么都不一样啊！这个问题问的我都有一点点，就啥都不一样啊，太不一样了，就什么都是区别，你区别是什么？啥都是区别，对，就是有的话就是你要是水彩跟水粉是什么区别的话呢，那就稍微就是说我还有的讲头，因为他们可能容易变浑，哦，他们的共性就都是颜料是吗？这就跟两个同性的人哈，共性就是都姓什么姓哈。颜料，一个是油画颜料，一个水彩颜料，颜料就不一样，不是都是颜料哈。那油画颜料、广告颜料、水粉颜料、笔芯颜料都是颜料，每一个颜料都不一样，就跟笔一样，你这也是笔，你这个也是笔是吧？那都是笔啊，你这个也是笔，那都是笔呗，是吧？那不一样，这个是尼龙笔，这个是猪鬃笔。完全不一样的哈，完全两个极端。所以整个它的纸，你看水彩是用纸，油画是用布，这又是两个极端，是不是？水彩是用水，油画是用油，又是两个极端。完了之后，水彩是靠透明度画的画，透明度是什么？颜色很薄、很透、很不厚重。你看，比如说这种，很薄的，你看画面是没有任何肌理的，画面。很薄，对不对？但是你看油画相当的厚重，你在这都能看到这种颜的这种厚重感，是不是？这又是两个极端。油画是靠不透明去画的，水彩是靠透明去画的，又是两个极端。然后绘画步骤也不一样，技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所有绘画就是比如丙烯啊、油画呀、水彩呀、彩铅呀、水粉呐、这些国画呀，他们所有的共性是什么？绘画思路、色彩原理、调色原理、用色原理，然后造型原理、明暗关系、色彩关系，全部都是一样的。这样好懂了吧？这样好懂的话就刷新画，因为油画或者说咱们国画，它都是比较专业的画种，它都是是站在整个绘画领域里面就比较金字塔上面的这样子的一种绘画类型。也就是说，他们的技术包含类就会包含的更加广一些，它的绘画类型，然后它的艺术的设计、艺术的这种审美方式涉及的面更加广一些。所以说，你绘画油画，你就肯定会画水粉，也肯定会画丙烯，也肯定会画这个水彩，因为它的这个技法、方法、用色原理，它包含就是包含面是包罗万象，它包含了基本上我们能用到的所有的技法。但是你要是会画水彩，绝对就不会画油画，也不会画丙烯，它是完全两个概念。但是你会画水彩的优势在哪？就是说你学起油画来肯定会比不会的好学一些，因为它的调色、用色，然后这些原理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材料就是天差地别，能懂了吗？大家能懂的话刷鲜花，也可以说是油画是一个更加难的画种。那你这么难的都会了，那相对于其他的画种就是很简单的了，所以你就自然就会了。但是如果你会的是一个简单的画种，那你又会学难的的时候，那你肯定就不会画。但是你学难的就好上手一些，能懂的话就敲个一。那国画也是这个原理，你像国画的话，你会画国画，一般就会画水彩，但是你画水彩不一定会画国画，它也是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能懂的话就敲个一。这也是为什么我是油画出身，然后我什么都会画的原理是一样的。为了学油画学习的水彩，咋也比是彩铅近一些，对，会近很多。就是说你的用色原理差不多，但是说你不会画，这肯定是不会画的，没办法。但是会画油画就肯定会画水彩。好的。接着画了哈，这个问题就是切入点有点尬，但是也能够带一些东西出来。就是说刚刚说谎遇到的说的这个问题嘛。好的，咱们继续在这一边。好，这边的颜色它就偏蓝一点点，
这边的颜色呢，我们看原图上面它就会比较的颜色稍微重一点，为什么？因为开始光线往这边来，它就偏向于一个不受光面了，所以这个暗面我们要稍微加重一点点。好，加重一点点，这一坨颜色你看这坨颜色就没了哈，就颜色画不上了，这颜色太少了，所以我继续要添加白色，因为白色是它的一个主色调，比较多的一个色调，加蓝色，然后加一点点棕色，加一点点赭石，继续加白色，也继续加，好，再加一点点黄色，要不这个颜色就太浅了，这慢慢的靠近投影的地方颜色就得重一点点，就这个角角上颜色肯定是要重一点点的。下笔得准哈。好，慢慢的往上挪，你颜色就要稍微显得浅一点点。一般一次油占多少？多少占一次？这个的话，用色的话呢，你像我这个画的话，我调色就是完全没有用油的，就直接是利用这个颜料的调和性，就是去用的。在调油的时候，好，有很多技法，就是用什么油也讲究，油的比例也讲究。这个没办法说有一个固定的方程式告诉你，因为不同的画种、不同的类型，包括你挤颜料的时间，然后你画了多久，都会有影响的。那比如说，我现在是刚刚晚上新挤的颜料，我这个颜料里面的油还是很完整的，所以它的油的比例是非常舒服的。那也就是说油的比例比较多一点，那我这个颜料就能够很顺畅的这样推开。你看我颜料还往下掉，因为油比较多，能够很顺畅的推开的话，我就不需要再往里面继续添加油。但是如果说你感觉不顺畅了，你就可能要添加一些油。那你加什么油，就根据需要你的需要去调整，因为每一个油有它的特性。这个就是需要上课的时候给你们解释每一个油是干嘛的。但是至少说我一般你们在画的时候基本上不需要加油，因为什么？你们基本上都是现挤现画嘛，一个画不会延长很长时间，不会画很久，因为你们还没有具备那个能力。现在的要求就是说能够把颜色调得比较流畅，调色能够比较的准，是吧？然后画面的颜料你能涂上去，能到达这几个要求都还算不错了的。前期的话不推荐大家，就是你刚挤的颜料不推荐大家用油哈，这就是一个坑死人的一个点了，就很多人就会把这个油当作是一个很就是很高深或者说很玄的东西，就是有点点遮遮掩掩的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技法的话很关键，就是很多很多这种不愿意透露技法的人他就不会说这个事情，因为就关系到你油画入门，你会发现如果说你不停的加油的话，你颜色根本上不上去，然后你一直不知道问题在哪，结果就发现其实颜料里面它的比例是调得很好了的，它的油的比例是非常好的，不需要你通过加油的，它颜色是能够推开的。那如果说你加油进去的话，它就会影响它的稳定性，其实对画面反而没有那么好，而且调色油的话它会让画面发黄，所以我一般前期入门我不会太推荐大家去用油，但是用油的话它是有一些技法，比如说你要古典油画它有一些皂染的技法，或者说你如果说你颜料或者说真的是干的就是什么来着，那个颜色真的已经干掉了上不上去了，那就是会使用一些适当的油。记住了吗？好，你们看这一块是不是比这边颜色就稍微重一点点，你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这一块的颜色是不是比这一块就稍微重一点，稍微的重一点哈，稍微的重一点点，要因为这个桌子我画的太平了，就是这些笔触都画的太平了，所以我就用一些其他的笔触去把它柔和一下，你们有发现吗？不停的用一些其他的笔触在柔和它。
不停的在柔和它，就是说让它显得稍微的不要那么呆板一些。反正是我觉得揉到一个舒服好看的状态了，我就收手。但现在还没有感觉好看哈，所以我就不停的在调整它。好，差不多就好看了。为什么呢？我要跟这边对比，就这边你的笔触感，你看这种笔触感稍微强一点啊，是吧？稍微这种重一点的没关系，但是这边你不能太突兀，因为这块是暗面，这块是暗面。你看这边就感觉笔触感跳一些，就凸出来一些，有这种感觉没有？这边你就感觉虚一些，有没有？有的话敲一，这就是颜色啊、笔触之间它带的这种韵律。亮面的话，你就必须实一点，细节多一点，厚重一点。然后灰面或者暗面的话，左边你就得虚掉一点点。如果说它两边这边画的太重，你看你们做一个反面示范哈。反面示范就比如说这个里面颜色很跳，你看做一个反面示范，比如说我用蓝色。比如说这个画面颜色很跳，你看我随便拿几笔跳的，你看跟这边对比是不是不好看？是不是？是的话敲个一，这就是问题哈。你就一定要学会这样的虚实关系处理，这些技巧就是说每一张画它每一张画来处理，我就是需要你们需要通过长期的一个这样的学习，你们才能够拥有这样子好的艺术鉴赏能力。好一点的艺术鉴赏能力真的是很关键的。就关系到你一张画得卖多少钱，现在是不是舒服很多了？对，必须得有这样的对比，它才会有区别。好，这个投影暂时不管它哈，暂时先留着。那我整个背景其实就已经是处理的差不多了，处理的差不多了之后呢，那我就要开始给它画花的颜色了。好，这些地方的话，我感觉就是留白太多了，我就把它柔和一下。我就要开始去画这个花上面的颜色。花上面的颜色怎么画呢？也是同样的，从深色画到浅色。好，这里就讲究一个技法哈，这个技法叫做肥盖瘦。肥盖瘦的意思是什么呢？亮面我们就画的厚重一点点。画的肥一点，因为油画是油嘛，油多呀，颜料厚，颜料厚，颜料多，它就是肥。然后瘦的话就是颜料少，油少，所以油画是非常讲究肥盖瘦的。肥盖瘦所带来的一个知识点就是，亮暗面要画的薄一点，透一点，然后就是稍微的瘦一点。那我们的，也就是说在亮面就要画的厚重一点点，画的稍微的。饱满一点点，要画的颜色多一点，这就是肥该瘦，所以导致我在画这个下面这些颜色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一些适当的留白，或者颜色也会画的稍微透一点点，能懂这个意思吗？在画暗面的时候，就比如说我现在哈，现在我就是拿一个也是这个小号一点的珠中笔。拿一个珠中笔，然后我就直接调色，加一点油进来。感觉男的同学肯定是以前没有接触，正儿八经接触过油画，或者说这种靠调色类的画都没有接触过吧？会不会？但是真正如果说有一些基础来的话，应该是能听得懂的。能听得懂的同学敲个九，应该是很好懂的。其实就是无非就是平常上课的一些理论知识。然后结合到一张画面去使用，然后结合到画面使用的时候呢，它就会往细节走一些。好，接着就是画面的运用。好，接着那我们油画的话是可以直接使用黑色的，油画一般就是说黑的地方你可以直接使用黑色，或者说稍微调一下色相。油画里面的黑色跟白色都是用的比较多的，但是画彩铅绝对不可以使用黑色，就每一个画种有它每一个画种的特点。上面调的颜色比较浅一点，那下面这个颜色我就调重的哈。就是你要分区域调色的时候，调色盘就是一张画，这个上面这一圈我就是灰色呀、白色在画，那中间颜色我就会使用艳丽一点的，然后这个底端我就是重一点的颜色，要养成一个很好的绘画习惯。好，这个暗部的颜色我会让它偏暖一点点，所以里面稍微加了一点点的红色，油稍微可以多一点点哈，这里就要加油进来。
一般前面几片铺色的话，加的油是什么油呢？是松节油，不会用调色油。好，这里就是下笔就得稳、精准、狠。比如说这个花，你看这个地方，它们俩之间是不是有一个重色？看一下哈，因为你的这个颜色压出来，就决定了你的这个花的颜色得出来。看一下哈。看一下这些有黑色的地方是哪里？这个笔就相当于是我的刷子一样，是不是？这个地方呢，这个位置有一个这样的三角形的面，然后这里这些黑色就把这个花给卡出来了，对不对？对的话就敲个一，所以说我的运笔就会绕着这个走哈。然后这个边缘看到没有，有一个弧形到这儿。好，这里直接一个三角形，这些地方整个黑色的区域我就会把它涂出来。那涂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的呢？这个涂的时候就非常讲究你的笔触感哈，你的笔触感得精准。你像我们开始起形，你看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圈嘛，是吧？这个位置看一下，那就是呢。这一笔就是把这个面给圈出来了，好，这一笔就已经把这个花瓣的位置基本上就给定出来了，好，这里也定出来了，还有这里基本上就已经定出来了，因为你加的油多，所以说你看到没有，这个颜色它盖不住，你看那个颜色它很容易被推开，底色很快就能够出来。这就是你在画的时候，这个油哈要少一点，要多一点点，就是为了让它有这种透的效果。我们说讲究透，有这种透亮的效果。记住了哈，透就要油稍微多一点点。好，上面的这些白花，那些碎碎的小小的满天星一样的花，你不管它的，这属于不管它的，因为是后面提亮画的。这个排线也是。尽量的什么呢？乱一点点。你像这些有留白的地方，它好看。你看，如果说我把这里全部涂得很满满的、满满的，就像你们小心翼翼的去涂，就涂得很满，就是不是很难看？你看我每一笔小心翼翼的去这样去涂，会不会很难看？是不是很难看？那每一笔小心翼翼的涂，会不会很难看？就感觉好不舒服的，有这种感觉没有？有这种感觉的话，敲一。那这个怎么办呢？你想一下，整个花束它是被捆在一起的，被捆在一起的。其实它里面的枝干，它会有这种长的感觉，是不是？它会有这种错开，有这种长的感觉，有这种凌乱感。然后里面可能有一些地方就是没有被合得那么紧，它有点透光的，它可能会有一点透出光线的效果，它根本没有那么紧的。那我们就要把笔触放松一点点，就是里面会有一些留白的地方，让它放松一点点。放松一点点的话，它就会好看一些，就会漂亮一些。你们看一下，它会不会漂亮一些？就是你最基本的，你得有吧，是吧？最基本的效果。好，这个边缘该肯定哈。你看这个边缘一笔下来，那就是肯定的。这种边缘该肯定的地方就得用力。好，这里也是一样的。好，这个上面是叶子嘛，因为有叶子，所以加了点绿色进去。这些地方是有叶子的。好，这里就开始注意了，因为你要跟边缘。你看我这里马上就有背景了。如果我运笔的话还是很用力的话，就下来的笔，你看是这样子的，就感觉这个叶子很不好看，很突兀，就感觉很呆板。有这样的感觉吗？如果说我笔触用的很呆板的话。所以这里就讲究一个笔法，你就得飘起来，就是你下笔重一点，然后抬笔的时候有这种托出来的效果，看到了吗？托出来的这种效果就会让画面显得很放松，会不会是放松的？然后就会跟这种浅色的背景它会有一个融合，你会觉得它是舒服的，看到了吗？
就是笔触，你的运笔就得讲究，你得讲究这个运笔哈，就是感觉笔触是飞出来这种感觉一样。乱一点点没关系的。同时一个浅色的笔哈，就是你刚刚那个浅色的笔，就这些边缘可能不是很漂亮，不是很好看的话怎么办呢？你这个浅色随时进来压一下，就可能没有那么多嘛，是不是？随时的进来调整一下，因为这个边缘是很讲究的，边缘千万不能太过于写实了。你看整个原图。原图的这个边缘这一块是不是就是虚的？是不是很虚？有这种很虚的感觉的话，你们把图片放大给你们看哈。那你虚的话，你就是在这一块的话，你就得用另外一个颜色，比如说用绿色，你就得让它干嘛？过渡一下呗。那有颜色一个过渡，会有一个过渡。然后边缘的话，就是笔触要漂出去，因为油画是这样子的，油画没有那么快容易干，它画面还是湿的，所以你只要稍微的一个重色这里漂一下，它颜料就能够融合到一起，这是油画它的一个特征。就笔触要飘一点点，要快飘，就是说重嘛，起笔就快一点飘起来呢，飞像飞笔一样，像飞出去一样，能像飞出去一样，懂不懂？懂的话敲个520，这样飞出去，能慢慢动作。飞出去，飞出去，这样扫出去，也可以说是扫。哎，可以说这是扫哈，就是比扫出去差不多的，这是一样的方法的，只是用词有点不一样。好，慢慢的靠近上面，靠近上面的话，这个颜色它就显得稍微绿一点点，或者说暖一点点，调一点点绿色，调点绿色进来。调一点绿色进来，这个，呢，这些边缘，这些边缘哈，一定要就是乱一点点。你看，如果说画得很圆整的话，它就很呆板。所以说，你一定要有用一些这种，就是点啊点，这种点触啊，这种笔触哈，就是让画面显得生动。就一定要破一下，就这些笔触，这些笔触。你看，如果说我不点的话，是个什么状态哈？就是不去破画面，画面不破掉，这个字叫做破。你不去破画面，你就是用一个，比如说我用绿色，我再调一个绿色。你看，比如说这个后面这个花，它这个跑后面有一些叶子，我把它这样画，那也是我说飞白也飞了哈。然后该加重的地方我也加了，是不是感觉挺呆板的？就是。像个小山峰一样，有这种感觉没有？感觉很呆板，是不是？感觉很呆板。其实它跟插花是一个原理，插花也是讲究艺术感的嘛，它也是讲究这个画面的构成的。你像为什么这个设计师要在这里用一些这种小小的碎碎的边缘，能这种碎碎的小花花？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让画面显得生动一些。所以你在画的时候，这种笔触也要在画面适当的体现出来，在画的时候同时就得体现出来。比如说，来看一下。那你自己本身就可以点上去这些碎碎的东西，是不是点了两三个点，或者说颜色有一些地方可以适当的这里加重一点点，就适当的加重一点点，也不说加很重，我就适当的加重一点点。然后如果说本来这个地方有一个红色花的话，我再加一个红色进来，这个位置可能本身就有一个红色的花，我先在这里先把这个红色的花先表示一下，会不会就感觉自然一些？那这个上面有一些零碎的这种小花花，浅浅的点在这儿。你看，我们整个边缘从浅色，慢慢的从重色慢慢这一圈上去变浅了，有没有感觉很漂亮？有没有？是不是很漂亮的？它就是一个颜色。首先，颜色它是从一个纯度的变化，黑的是吧？纯度是最暗的，然后纯度浅一点点。有些同学纯度不知道是啥哈，等上理论课，等上课之后上了理论课，你就知道纯度是什么。好，这个纯度稍微高一点点，然后这里纯度跟明度，这里纯度下去了。为什么这里纯度要下去啊？哎，
这个知识点好难哦，对不对？给你们解释一下哈。纯度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颜色，看一下，比如说这个颜色很干净，这个纯度它就高，它就是表示这个颜色很干净，或者说它颜色很艳丽，颜色很艳丽跟很干净就是纯度高。能懂这个意思的话，敲个一。这就是指的是纯度高，指的是颜色很干净，颜色很艳丽。指的是颜色很干净，很艳丽哈。好，纯度低是什么呢？纯度低有两个方向，比如说你可以加白色进来，呢？这个纯度就低了，它就是从一个很艳丽的红色变成了一个粉色，这个纯度就被降低了。这是第一个方法，可以通过提亮去把纯度降低。如果加黑色进来，这个纯度也低了，这就是纯度低。能明白吗？能明白的话敲个二。这就是说纯度，这个纯度是单纯的纯哈，单纯的纯，单纯的纯，单纯。本来想给大家写一下的，结果发现写不了。能帮我倒点水吗？我们哪个宝宝渴死了都快。好，那我们这个黑色它就是纯度低。好，这个绿色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个绿色跟黄色在这，它就纯度高一点。好，到这个后面这个花，它加了白色，它纯度就变低了。所以它整个纯度是什么？低的、高的、低的。那它的对比关系又是什么？重的、浅的、重的。不是说对比关系，不是说对比关系，应该说虚实关系。这能够明白的话，敲个三。这就是这个知识点。好，那为什么这里纯度低，这里纯度高，这里纯度低呢？首先，这里纯度低，这个黑色纯度低，这块地方它纯度低，是因为它是暗部，它是逆光，逆光的地方照射不到光线，所以它纯度低。好。这个地方光线若隐若现，也就是说光线透过来若隐若现，所以说它纯度就稍微高一点点。好，这个后面为什么要把它纯度画得这么低？因为它是最后面的一维，它是最靠近离你视线最远的，所以我们的关系里面有一句近实远虚，那纯度低它就可以虚过去，明不明白？明白的话就敲个四，这就是理论知识。这些理论知识真的画这种完整的画面，就是对所有理论知识的一个总和。以前学过彩铅，你像有时我们彩铅 VIP，或者说国画 VIP，或者其他课程 VIP，你其实你们发现这些知识点你们都接触过，只是说从来没有把这些知识点全部用到一张画里面过。有这种感觉吗？有的话就敲一个999吧。这是一个知识点的总和。当然，正式上油画课的时候，哈，999感冒灵。我们很多油画的 VIP 们，等正式上油画课之后呢，也不会说会像今天上的这么累，这么复杂。那我们也是一个一个节奏走的哈，一个一个节奏走的，从简单的到复杂的，所以也不要着急，也不要担心，好吗？到时候同样是一个一个节奏的走。好，这个画面相对是难一点的。古典油画的技法呢就更加难一点哦。古典油画的技法就是你在掌握这些技法的前提下，然后才能够进行的。因为古典油画就是，那就这些技法的呈现就更加讲究一些。它调色就更加精准一些。你调色的话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子，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颜色不准的话，我就大不了就覆盖了。因为我反正这个颜料画的比较厚重，我也不怕是吧？我就画的厚重一点嘛，没关系嘛。但是你要是画古典油画，古典油画是非常非常薄的。普兰，你可以帮我拿一张我最近画的这张，那个在那个山羊那个房间放油画框的那个房间，有一张画就在那个房间里头，一张油画，就那桌子上，就那个桌子上。电话机旁边，
好，这个也是往这个后面本身是没有这些叶子的哈，但是我主动加了一些，这样子会显得漂亮一些。你看古典油画就这么讲究，一张画上面我还套了一个袋子，看到了吗？就是怕它沾灰，因为它干的时候你必须得创造一个无尘的环境。这只是古典油画的第一步，就是像是打了个底一样。你看这个颜料有多薄，就我这个底色是个肉色哈，它就会薄到上面的这个纹理，看到没有？那布纹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它有布纹的。你必须得等它干，等它干了之后你才能上色，这很薄的。看到上面清晰的布纹了吗？那这个下面这个底色，这个黑色下面这个底色就是一个红色。古典油画你要做底，看到没有？它就是有这种半透明。透的这个底色的效果，看得到吗？看到的话敲个一，就得薄到这种份上，薄到你这个颜色刷上去就是一个半透明的效果。然后这种步骤，你这还是个底色，你要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七遍、八遍、九遍，就是10遍、100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往上叠。这一遍是很丑的，看到了吗？是不是很丑的？但是画面有什么？有明暗效果，大的明暗效果，大的冷暖关系，然后五官。就画着画着，你就会觉得哇，怀疑人生。如果你这个方法不准确，你稍微画厚一点点，就不好看的。所以说，对调色能力就更加讲究一些，讲究这个精准性。好，把这个袋子套回去。现在很丑哈，因为还只是画成了第一小步，必须得保证画面的干净，所以必须得套袋子。古时候，如果说你这张画画的大的话，你知道怎么办吗？画完之后，你在画面盖一张布的，然后这个布你还得是跟什么？就是它是得腾起来的，它不是说不能挨着画面那个布，你还得装个东西让它画面跳起来，那个不是让那个布飘起来，要不就会显得那个会把那个画给碰脏。OK，好，接着画这个叶子。画这个叶子的时候就果断一点点，果断一点点的意思就是说画的明确一点点，一笔就是一笔哈。看一下画这个叶子，就是一笔就是一笔，画的稍微果断一点。好，这个叶子的颜色慢慢越来越重。叶子的尖尖，你们有没有发现都是比较的生动一些的画的？讲究生动，看到了吗？就很生动。好，这个后面有一块，有一个稍微重一点的叶子，也把它画出来。OK，这一块的话，原图上应该是属于一块那种碎碎的，像是满天星一样的白色花，但是不可以哈，你要把它整个涂成一个灰色调，这样子你待会画白色花的时候才能够有余地去画出来，所以就等于说这把这个颜色填满。好，原图上面后面这一块也是说可以说是没有叶子的，但是为了让它画面饱满一点，所以我们也要画点叶子。就是我们会根据你的画面需要，你去添加或者减少一些细节。添加或者减少，因为这个是逆光的效果，所以我就用了一点黄色，让它有一种类似于半透明的效果。好，这个笔触的话，就是有点像是搓皴，就是说把这个笔往上这样搓着，它就会有一些挑出来的笔触，就是往上这样子，看到了吗？就会有这种呢笔触，它会比较碎一点点。好，画完这个笔触之后呢，也是把笔擦干净。其实很少会擦笔的，因为每一块颜色都有它的作用。
好，这个时候你的红色就要艳丽一点点，加了一点点黄色，加了一点橙色进来。好，这个红色加了一点橙色进来，那就把这个旁边它可能有一些这种，那个小红花其实就是两笔，这、就是一个明暗，一个明，一个暗面，一个亮面就可以了。一个暗面你看，然后这边边缘再加一个亮面，加一个橙色进来，这是两笔的事儿，就不需要画得太过于呆板，就。点缀嘛，这个小红花是干嘛的？是做点缀的嘛？做点缀的话就得干嘛？就稍微象征的带一下就好了。一定是象征的带一下，有这种颜色的感觉就好了。就它一个一个颜，有两个颜色，就是说一深一浅是吧？或者说一虚一实就可以了，懂吗？一深一浅，一虚一实。让它有这种颜色感觉在这就可以了，就不需要说，哎，画到说细节那么像。记住了，好，这个这边整个黑色也会太过于黑了，所以就开始在上面覆盖了哈，这上面覆盖它有一些浅色要覆盖住。但是你因为你必须得有一个这种重色打底，你这些颜色才能覆盖得住，要不就盖都盖不住。所以你看我们有一个。浅有一个深色打底之后，我现在画这些绿色的叶子，我就感觉好画很多了，是不是？感觉在这个黑色里面，它好像又有似有似无的，有这种一层绿色的叶子，很漂亮。但是如果说是在一个完全白色的背景上，这个颜色是画不上去的。记住了哈，如果说是一个白色的底，你这个颜色是出不来的，就是没有这种效果的，完全是没有的。就是随机，这个随机的你喜欢，只要它的原理是什么，你不填满就行了。你不要拿这个绿色把它填满，你就随机的去画就可以了。这个它的要求就是随机。就已经很好看了，是吧？OK，把笔擦干净。接着就是画这个花了，画这个花呢也是非常讲究，也是讲究先整体后局部。那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白色的花瓣，在我们的眼睛里面是看不到的。我们一开始画的时候会画出什么？只会画出一个圈圈，就是说一个有明暗关系的白色圈圈，有一个有明暗关系的或者灰色调的底。那我们现在要画的就是一个底调哈，一个底色的调。要用小一号的笔，这个笔有点太粗了，用小一号的这个笔。呀，我刚那支二号笔呢？好。找不到小号笔，那就还是这支笔吧。调灰色，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花瓣是提亮的，提亮的话呢，你就会，提亮的话呢，就会导致你提亮的话，如果你的底不做成一个灰色调的话，它就根本提不亮。所以你的需要的是画的时候就是干嘛？把这个图片缩小，把这个图片尽可能的缩小，把这个图片缩小之后，它会怎么样呢？就是说你。看不到这些碎碎的花瓣，你只能够看到一个大概的明暗关系，也就是说它这个受光面啊，或者说一个背光面。就比如说我们中间这个花，它是最下面这一层的，那就是这朵花。那这朵花它是最下面一层的，那这朵花它的颜色是最重的，对不对？对的话就敲个一，它是一个像是绿黄灰色一样，就里面有黄色也有绿色这种感觉。那我就会先把这个重色的地方去画了。然后还有哪里？你看这个颜色，这一块颜色也是个重的，对不对？也是一层重色，我就会把这一些重的颜色都表现出来。那表现的时候，它的运笔的方向大概是什么样子呢？就大概是顺着这个花的方向，看一下我的运笔跟我的调色哈。利用你画面的每一块颜色，像我现在就是利用这一块绿色，或者说是。黄色就利用这块颜色调成了一个灰色，好，调成这块灰色，你看在这里，我开始就说了，它这个位置，
就是会有这种，呢，这个花，这一层的花瓣，它就大概会有这种感觉，它的花瓣是这样撒开的嘛，呢，所以我的运笔就会撒开的这种运笔，往外扩散一样的这样运笔，我会这样子运笔哈，看一下我的运笔，就是下面这一层这个花瓣，它有一个很明确的这样的明暗关系在这。好，这个颜色哪里还有？那这个花瓣，这个花瓣的话，它这个位置是往上涨的，它是要往上涨的感觉。它有一个重色在这，看到了吗？那这个位置，看不看得到这个花瓣？那这就是这里，感觉得到吗？那这个位置它是往上的，看得到的话敲一，就能感受得到的话，就你要把这些面给肯定出来，它是下面那一层的。棕色的这些颜色都是下面这一层的哈，是下面那一层的颜色。好，还有哪里呢？这里也有，这里，它有一层一层的这种感觉，就有一个暗色调，就是把你眼睛这种暗色调都看得到的哈，这种黄绿灰色，加了一点点橙色，也加了一点点绿色，反正是这种灰灰的色调。好，这边的颜色就更加冷一些，所以有绿色我就加了更多了。还有哪里呀？还有这里，这里也有，这里也会有一点点。还有哪里呢？就是我开始说的这个花瓣，这个花瓣中间整个一圈明显有这种感觉，就是往上的，往上这样斜着长的一个花瓣，就是这一层。这里一层，但是只你看只把这个面、这个面、这个面表现出来，因为我们还需要不停的、反复的去塑造，就是边缘啊，该重的地方都得压出来呀，这些细节要反复画的。好，还有这个地方有一块小的，这个花是不是这坨小花花？这个小花花的位置在哪里？在这儿，它是一团很小的花，一团很小的颜色，你也表现出来，很小的一个花。这是目前我们白色花瓣里面看得到最重的地方，颜色最最最重的地方。那还有哪些地方呢？颜色相对浅一点的，比如说哪里呀？来接着看一下。那我就白色稍微加多一点点哈，白色稍微多了一点点，再加一点点绿色，再加一点柠檬黄，调的稍微的颜色艳丽一点点。还有哪里呢？比如说这一层，看到没有？那这个花瓣，这一层，这个花瓣，注意了哈，你不需要每一个花瓣都画的跟它一模一样，但是你要保证，就是说你的这个花瓣的大概走向，就是它是往外这样撒开，有往外这种撒开的感觉，这个你得保证有的，这个还是得有的，往外这样扩散的这种走向。这是这一层，颜色稍微也是一个灰色调哈，记住了，也是一个灰色调。好，继续，这个上面，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花瓣，不管说它的颜色是深是浅，其实第一遍颜色我们都会用什么？都会使用一个灰色打底，都会用一个灰色打底，只是它的灰色也会有明暗关系之分，有色调之分。你看这边是暖一点点的，就画在这边，它有这种色调冷暖之分，它有这种细节。但是整体的色调都是什么？都是一个重色的。为什么要这样画呀？因为你只有这样画的时候，你待会在上面画浅色，你才能够提亮啊。要不你浅色提都提不亮的，没有让你提亮的空间啊，完全没有的。你没有提亮的空间，你提什么亮？是不是？这边也是一样的哈，就把每一块花瓣，你看这个地方就感觉颜色偏蓝一点点，那这个花瓣。这边就感觉偏黄一点点，就是把这种颜色色系给分出来，但是始终是个灰色调。这个灰色调待会儿画了之后，待会儿在塑造花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灰色调有什么好处了。你待会儿画完之后你就知道了哈。啊，这颜色不小心调脏了，不小心混了一坨黑色，擦一下。一坨蓝色，大量的白色，因为没有洗笔，所以笔本身是有一点点脏脏的，本身笔有点脏。
好，这里的话，每画一笔都要擦一下笔，因为你边缘的颜色还没干，就很容易把颜色混进来，混进来颜色是脏的。这是一个习惯问题，具体的话，到时候上课我再认真的再给你们细聊这个事情。好，慢慢的往这边转，它就多了一点点，感觉多了一点点黄色，加了一点点柠檬黄进来哈，就感觉颜色倾向于一点点黄色调了，你看。偶尔有会有这种蓝色调，反正它这个色调是偏向于一点点蓝、一点点黄色或者绿色调了。好，这个笔触就来重要了哈，你看一下，这个地方是重色对不对？你看重色的重要性，是不是感觉这一个白色花瓣就是它的上面这一层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感觉的话，敲一了。这就是你底色分几层画的重要性，这就是你前上面这一层覆盖在上面。它就会有一种确确实实是长在它上面的感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刚刚给大家做这个底色好呢？包括这里也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底色呀？这里每画一笔，笔都要擦干净。你看你不擦干净，这个上面就会沾到这个底色的颜料，沾到这个颜料就画不干净了，你就下笔就脏了。比如说，给你示范一下哈，那比如说我现在这一笔。你看我这一笔哈，那我画到这个黑色里面来了，对不对？我不擦笔，然后我再加一笔，是不是立马脏了？对不对？明不明白？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一定要保证你的笔的干净哈，一定要保证笔的干净。如果说你是打算这样子画的话，基本上每画一笔都会转一下笔。你经验丰富的画师。就不需要说老是去擦笔，因为你会很巧妙的避掉这个步骤，就是你会避掉这个环节。但是经验不丰富的同学呢，你就必须得画一下擦一下，画一下擦一下，这样才能够保证你的画面的干净。好，这些地方因为之前边缘画的不够完整。所以这个花瓣感觉有点凸显不出来，我把它边缘再塑造了一下。反正它本身就是比较虚的，也可以不管它。好，这个时候就该换小笔了。你笔再这么大，画不下去了哈，需要换小笔，换一个小号的笔。把这些花瓣每一瓣都画出来，每一瓣都是感觉是往上涨的这种感觉，有这种往上涨的感觉。好，这里也是。这个花瓣之前颜色就画的重一点点，然后它外围这一层颜色浅一点点。先把大概感觉画出来，先不说那么多。好，基本上我们这个画的底色就已经搞定了，我们看一下大效果，好看吗？你看每一个花瓣的颜色都不一样，但是它有主次之分。这个是最亮的，这个是灰面，它是暗色的地方嘛，颜色重一点点。这个是最亮的，然后浅一点点的，然后灰一点点的。很明显的，每一个花的颜色不一样。接着，我们就开始画这个杯子。对啊，就是要这样子才好看嘛。还没有到塑造环节哈，现在只是打了一个底色。好，这个杯子的边缘是一个蓝色调，所以也是一个很干净的蓝色，加一点点白色，画在这儿，很干净的一个颜色，很漂亮的一个颜色。好，接着这个轮廓就得
果断一点哈，就是下笔就得准。要稳一点。好，颜色如果说感觉有点太蓝了，就加点白色，这个没问题的哈。但是你先把这个底色铺上，你再加，不着急，慢慢加。加一点白色，直接在上面调的。你看我是直接上面加白色调的。你们因为我是比较奢侈一点哈，用的是这个白色去擦的笔，不是用这个卫生纸。你们的话就是可以去买废报纸，就报刊厅啊，然后那种二手书市场呀，就有很多废报纸了。用废报纸的话会稍微划算一点。知道了吗？这个地方不是肥盖瘦哈，这个地方因为它不是属于一个暗部，它是属于比较透明的一个地方。像这种比较透明一点的地方，你就不需要用这个原理。它这里是一个玻璃杯呀，玻璃杯的话，很多时候就是靠要稍微厚重一点，才能够有这种肌理跟质感。就一块一块颜色去画，这一块蓝色这块，只看色哈，直接画法所训练到的能力色，直接画法所训练到的能力是看色，就是说这些细节我是看不懂。你们看一下这个画面，把它放出来，放点，就是说我看不到这些细节的，它是训练你的色感，直接画。你得看到这些颜色，然后能够盖过到这些细节。你看这边是就是一个这种蓝色，然后一个这种类似于绿色的感觉，而且我还把它夸张，感觉是这种感觉的话敲个一，就有这种感觉的话敲个一。我不会去画节，就很多人没经验的话，他一上来他就会画细节，这是非常忌讳的。因为你前期不把色感出来，后期就很难了。那这也是色，就是我现在所画的都是我能够看的这些颜色，在我的眼睛里面只有颜色哈，就没有说这些细节呀、肌理啊是没有的，我只有颜色。你看这上面颜色重一点，下面颜色浅一点点，一块颜色显一下。我的眼睛里面只有颜色。好，紧接着这块颜色再浅点，它就会有一个类似于半透明的质感呢。这个边边上，是不是感觉有一块这种浅浅的颜色？感觉到了吗？对，说白了也是色块，大的色块。这个离对的，是色块。这又是一块。好，这一块色块加一点点，看我调色好，柠檬黄，加了一点点的绿色，块色块颜色亮，发现了吗？呢？为什么呀？因为它半透明，有那种里面有那种质感的感觉。就一块颜色，正好这个旁边有个小肌理，这个小肌理还很好看，我就保留了，这是一块很漂亮的小肌理，而且破了一下，往上。好。接着这一条颜色深一点点，再加重一点点。好，这里有一块叶子，可能有一块叶子，这里我就加重一点点，可能有一块叶子，这里可能有一个笔触，有一个那个枝干。好，画了一点点小细节。好，这样的，到这块颜色，中间这块颜色就更加浅一点，甚至有点偏蓝色相，是吧？色相。
更加浅一点点，就是绿色里面带一点蓝色感觉，也有点点黄色，暖暖的。白色再多加一点点，你们看这块颜色是这样子的吗？一块一块的色，但是这个区域你得就是画准了哈，就不能不准的，你就一下笔区域就得是准的，就不能歪呀，不能画歪了，或者画的不能画歪，或者说画的不对，那就出不得这个开不得这个玩笑的。里面有一个重色，这里有个重色，这应该是杯子底部的一个圆。天蓝，对，天纯度是高一些，没错的，这肯定是对的。好，用笔哈，用力的按下去。就是有用力的按下去的这种感觉。其实晚上画油画色相有点不是很准，白天画油画的话就是色相会准一些。OK，这一块颜色就明显的是那种浅色调了，而且发白，白色调。好，大量的白色，然后加一点天蓝色，一点点天蓝色哈。大量的白，调颜料的时候颜料太多，你看笔上就是这样子，全是颜料，就不要画好，你可以把它抹掉一点，用力的，你看按压到一点，就是这个笔可以很扁平的，你要把这个颜料抹下来，这也是一个绘画习惯，因为油画很粘笔的。油画颜料是相当粘笔的，在笔上感觉半天搞不下来的这种感觉。好，同时还加一点点黄色进来。黄色是什么？色是黄上，黄色是阳光的感觉，知道吧？黄色是有阳光的感觉。这个边缘也得好好塑造一下。原图这个边缘是很黑的，但是很黑的话很突出，对不对？所以我会把这个边缘拿一个浅色过渡一下，这样子才会有这种半透明或者说有逆光的效果。原图这个边缘的也是非常重的。好。这个杯子的杯身塑造的差不多了，就开始这个杯底。杯底就完全是靠一个笔一个笔触针压出来的，不是说一个弧形就很，这个时候就尽量避免画弧形，都是一直的笔触。你看一个笔触，然后一个笔触这样子画出来的，这样子它的这种质感才会更加透一些。这个地方呢，就要开始画重色了。为什么呀？其实杯子啊，玻璃类物体，它之所以显得透明，就是因为它有细节。虽然说我们这个画面很概括，对不对？但是我们开始要画细节了。画细节的时候呢，就要换笔，你就得用小笔，而且用软。你看这种笔就很扁平。你看这种笔，它洗得再干净，它的笔头是不是撒开的，没法聚拢，看到吗？它是没有办法聚拢的，但是这种笔，它笔头是非常的扁平的，它就好画细节，知道吧？直接黑色，这里就要讲究手稳了哈，看一下，手不稳就得重新来过，每一笔都是细节。
就尼龙笔，尼龙笔要用进口尼龙笔，就是我这一次给你们油画画 IP 课选的笔都是进口的笔，就是一个进口的厂家生产的笔，它的笔的话都是非常好的。OK， 是一个小笔，这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笔。优化有的也有卖，但是不一定会单支卖好，因为油画材料太贵了，不是太贵了，就是学的人很少，然后拿货的话就没办法批量拿，就价格没办法压到很低。所以说我就是拿一次货的话都是很久才拿一次货，而且每一次拿的量少，然后本身利润空间非常非常非常小，所以说基本上配了套在卖的，运费很贵。你看油画颜料，一支颜料你像玛丽的就5块钱一支嘛，你就这个拿货价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毛利都4块一支，也就是说一套颜料22个颜色，首先超了油的话至少都不止20，完了之后你就22颜料，你得顶多就是挣10块钱，顶多了，就是说是不亏的情况下，因为你要打包呀，你要人工啊，对不对？我是想说到时候如果说有会你们学画的人多了，我可能就会给你们去定制一些笔，定制的笔更好，包括画框也是定制的，质量真的好了。可是学油画的人太少了，就做不到。这些笔的话，只有一些固定的型号，就很多型号都没有去备到，就没有拿货没。因为买的人其实很少，这里的话就是要塑造一个小细节。油画是一年开一次课，这一次开完课之后，就下一期是明年了。油画是终身学习制哈，就是。报名后，所有课程你都可以学，只要是跟油画相关的课程科目，你都可以学习。这里的话就是要塑造一下了，就必须得塑造一下，不塑造的话，这个效果出来的。像这里面有发现，就有些东西就是一遍到位的了，发现了吗？就是一遍就做到位。太棒了吧？还好吧？还好吧？因为油画学习的过程，它不是说一两节课，或者说一二十节课就能学得会的。他必须得经过长时间学习跟积累，才能学得会。然后油画排课，因为很多技法嘛，你就几十节课还是很难教到。包括你比如说油画风景啊，油画花卉啊，油画静物啊，然后油画人物啊，要是
就按这些科目一个一个开课的话太复杂了，也不好。但是你们要是可以终身学习的话，那不是根据你们的需求，我上课我可以全部安排上。你们说是不是啊？觉得是的话就敲个一哦。你们学校就会轻松很多，就是全面很多。全面，多开心啊，学的。好，这个的颜料其实是很厚重的，好，画的很厚重的。颜料的堆积出来的效果。爱我们是吧？好，爱心口什么？爱在心口难开。对焦油很少，之前给大家有算过这个成本呀？为什么叫画的少？因为能画好油画的，能画好油画的，他不缺钱，他不缺钱哈。因为做教育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油画，他学油画的人本来整体就少。如果说你不是招生自己的独到之处，你能招生，是吧？那你其实你教画的话，根本就是一个的项目，挣不到钱呀，因为学的很少，然后因为学费也很。贵，学费贵就是因为有这个能力油画的他压根就不差钱，因为他一张画都能卖好多好多钱，干嘛要来教呢？这是一个真实的话题，他就不会来教啊，是不是？不许人家。你们有真的本身是专业毕业的就得知道，可能自己是油画专业毕业的都不一定会画画，不一定会画，他就有那么难的。好，下面的这个投影的变化是非常丰富的，然后它投影的颜色它是要往下刷的这种，往下渐变的这种很飘渺的感觉，就是说白说，它。场的自然就是很虚很虚，就是这种清扫，你看我笔触是清扫的，很轻的扫在画面去制造这种效果，看到了吗？就我的笔就是很强，然后很快的往扫去制造这种笔触，就是很自然的这种笔触，就会让它有那种光感，像碳透明一样的光感，看到了吗？这个方法说需要这种清扫，轻轻的笔触使这种方法，它这还会有那种朦胧的似无的效果，这就是光感。下面看不到了吗？看得到吗？这样就一定需要笔触这样扫出来。这样看得到吧？这就很讲究的。要轻的扫，就是颜料，就是让它充分的融合。就是有点偏向于古典技法里的很技法了，就是扫。看得到吗？好，基本上我们这个刚刚一下这个瓶子哈，会塑造一下。塑造之后呢，就要开始去处理一下画面。画完结之后，你就会发现画面可能跟边缘的，这些
旁边的这些它有点融合，就感觉它们没有粘性，就好像这个花瓶就嫩嫩的摆在这个中间一样，有这种氧化巧克力。这个时候就该干嘛呢？比如说我们颜色过度自然一点也好，好，这个时候就是拿相对软的笔了，然后相对小一点的笔，好，比如说这种绿灰色色调，绿灰色这种色调，那你画，你看你有投影，那这些地方可能也是投影，因为你这个花的话叶子它会很大，对不对？它花的叶子范围是大的，它不可能说只有这一个投影的，不只有自己一个投影的，所以你这里也要画这种，让它也有这种投影感觉，会不会感觉舒服一点了？舒服，敲个一，立马就感觉，哎，好像舒服一点哦。是的。点一下，碎一点点，那我就是稍微碎一点点一下。好，这个边缘也是稍微过短嘛，让它不要太短嘛。这边缘过度。好，这里也是的，不要让它边缘不要说太呆板。OK。有看一点，这就是思想哈，思想真的很重要的。画到后期，你想一张画卖大格是吧？就是决定思想高度。好，这里面也是有一些这种颜色相互的环境色嘛，是吧？有一些环境色。然后为了让这个画面不太淡，不要显得单调，那我就会给它，其实在这好像给它画一遍叶子一样了，其实是可以在这边，比如说一个叶子落在地上的感觉，是不是？可以，叶子，一个叶子啊，两边叶子啊，都可以。灵感的。让画面稍微自然一点点。好，这个是叶子，那这个是它的投影。稍微自然一点点。花还花结，现在就是把画面处理的说完整一点，这就是开始在塑造了，知道吧？其实已经是开始在塑造了了，已经在塑造了呀。这是在画这个投影，新世界大门，看到呵呵窗外的风景。是的，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是相对来说，这种偏向于架上绘画叫做架上绘画，就是在画架上面画的绘画嘛，就你们平常生活中能接触到的，或者你们想接触的话也比较昂贵，还是希望你们如果想专业学习，就可以考虑来优化深造。油画虽然说价格是一点，但是它是真的是香，就是说如果说想卖画呀，想要挣钱的话，它是非常轻松的，想通过油画挣钱简单了。好，这个就开始塑造一些细节了，开始塑造细节了。包括我这个笔呢，也是使用的就是软了，调了一些比较的颜色。这就是开始把这个枝，这里有一些，
这个表示的就是咱们瓶子里面插的这些树枝的枝干。这些细节捂住嘴给它。平常可能但是画面还是有的。棕色里画的是什么？是它的水位线，这里它是有个水位线的，你看。所以通过这个细节，通过这个，我把下面的颜色进行提亮了，发现把这个下面的颜色，其实原图上它这个颜色是没有亮的，但是因为我要画这个水位线得重一点点，所以把那个下面颜色提亮，那我就有空间跟余力去表这个水位线，包括你看有一些小小的反光一样，这个线，这也是一个处理，是不是感觉有一层水的感觉在这儿？有了吗？大乔姨，这也是技巧哈。片小叶子挡住了，那就让它挡住。棕色的树枝偏绿色调，这里面不仅仅只有浅色的，棕色的同样是给它加重。才叫做每一笔好处都不是无缘无故出来的，它是有这个联系的，它都是恰到好处的。好，中间有一点点像透着感觉，这个里面刚刚有像是透着缝隙，就是里面这树枝是吧，感觉让它其实它没有，它里面有透缝隙，所以它画了出来，提亮一点点。好，这些就是我们处理的一些叶子，这也就好了，不需要画的那么紧，不需要画的那么的严实。OK， 接着就是这个花瓣的塑造，花瓣的边缘都是压着的，所以它的一些细的边缘得把它塑造出来。看到了吗？塑造花瓣了，用压的方式，这个有感觉花瓣吗？有一些很小的细节，看到没有？用一些重色。感受到花瓣的感觉了吗？油画本来就高大上啊，会觉得哎，一个安安静静的坐在画画，一个画可能两个多小时就可以画一张很亮很完，就觉得哇，好厉害是吧？好高级，好文艺。这些颜色里面我都适当点绿色好，如果是纯黑色的话有点不是很好看。反正里面电视剧里面电影里面让这个人很有内涵表现，然后感觉很厉害的时候就是干嘛，就是会给他文艺嘛，比如画画是吧，学个画呀，自带画家属性啊，不都是这样吗？其实我这个塑造的这点不是道理，看我每一笔加的地方并不道理的，你们可以看认真的看一下我每一笔的地方，这吧，就是这些重色的地方，我们看，我把画面放大一点，你们来看一笔没有乱画的，
圆头上面这颜色你们看一下，你们看一下是不是有这颜色的，有吗？有没有？有一小部分加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尊重原图的。大部分都是尊重原图，小部分是我自己想去的，就是因为为了让更加突出一点，所以我要主动的去加细节。小细节它就会让这个画面就会那花嘛就很凸出来，你看花就是糊在一起了，感觉看不到东西，是不是？看一下，把这个边缘稍微卡一下，卡几个点，这个方法跟画彩花绘的一模一样的。有没有花好像开始出来了这种感觉？好，这里还有一朵花，这一朵花零散，好，这个就是把笔洗干净哈，必须得洗干净，不洗干净就啥都做，把笔洗干净，洗干净呢，来看一下，你就把花的浅色是第二、第三层，就一层一层画出来了。好，挑脱白颜料，这个时候整个这个画板的颜色就有点脏了，脏了怎么刮都把它刮掉，调色盘我们都用刮掉，刮也很假。这一次咱们班级里面配的这个刀，我配了一个便宜的，配了一个贵的，刮刀要几十块钱一个，贵的刮刀是用来画的，刮刀是用来处理画面的。对，它是可以。哦哦哦哦哦，妈耶，我的白裙子。哎呀妈呀，我的白裙子完蛋。因为画伤口真的超级不方便的。这也是很多你们学油画都要去学，看我手上。真的是已经很小心翼翼的在这里给你们。啊，我昨天买的新衣服就这么没了。好难过，好难，想哭想哭想哭。平常画画不会这样的，就是因为你现在整个环境都是好几个这种画家，哎，一言难尽。上课真是要克服很多困难，很完了之后也比较成本比较高，知道吧？一节油画课的一节成本就很高，要大一个画框啊。哎，把它带回去处理吧。这个身上的颜料是可以洗掉的哈，只是说要处理一下，待会再弄吧。大行，好，挑一坨很干净的白色，然后加一点点黄色，让它显得偏黄色调一点，好看一些，黄一点。然后再色 ，OK，
前期学油画的话，最好是买一个围裙。你没有一个好的作画习惯，肯定会弄深深自白的。因为我确实画的时候，我只要是自己画画的时候都不会这样子。上课的话，就各方面要照顾到位，就容易弄。花蕊。花蕊我要画一点点，在原图一个这种绿色调的，我先画的黄色，然后再画这个绿色，看到吗？先是画的黄色，然后再画的这个绿色。好，这花朵这个边缘的重色都得压一下。不压抑就凸显不出来，所以旁边的这些花瓣呀，这些颜色得有意识重一点点。是为了让这个花瓣出来一点，是不是先感觉到这个花瓣起来了？起来，就是有意识把它旁的。轻轻的压一下，压都是注意，你不能不给它加黑了哈，全部加满，就是得点到为止。就是，好，这，是这样的，淡黄或者是中黄、土黄直接就好了。这个花瓣的素色都是，所以就是用色浅、色深、浅深这样子去反复的压出来，或者提加重提亮加提亮，看吗？无非就是提亮这种提亮。那提亮那就是，就是这样子，提亮亮，提亮，它这个。花才能有花的效果。后面花瓣就是相当于是要把它虚化掉的嘛，所以说我们去特别太在意的，就是说越多的去把它加混出来。后面其实相当于就是去掉的。要虚它，记住了，虚掉它。这里主要是学的就是笔哈，看我怎么笔的。主要就是看笔。好，每调一个笔就是笔的行径。不行，这样的话就画面很脏。笔洗了，洗笔，刚刚笔去了，继续调白。不行，头已经脏掉了，头白色已经掉了，我就得挤一头白色。你看我的，其他一样是小只的，啊，这个也超大一只，因为白用的超级。白色，一坨大白色。白色油分也会很多哈，因为它是油画颜料的一支，也就是经常漏油正常的现象，就可以忽略不。好，加一点点。你们看这个颜色调就干净多，就是发现干净多了，有干多了吗？干净很多的，你看这颜色上去就干干净的，发现了吗？
就是不一样，我们不一样，是一个干净不干净的区别。也是很干净，一个花瓣，两个花瓣，三个花，四个花瓣，一层一层的花瓣。这个就是这个花瓣不太很亮，为什么？因为它毕竟是处西干部，就是会点到，点到是最好的。点到为止是这个花瓣。好，绿色，这个地方是它下面它有一个花蕊，绿色的花蕊就把这个边缘给压住了。就是它的底下层还有一个花蕊，正好把它给挡住了，所以我要把这花的绿色拉出来。后面是这个小小的碎碎的花瓣，不一样，我不一样，样样样样，有回忆吗？花蕊就一般，反正画完这个素的底是吧？画一个黄色，然后再用这个绿加一笔重色就可以了，也是盖过，盖它。好，如果要边缘地方卡个重色，那我就是轻轻的这样点一下就好了，轻一下，因为你涂的话就会颜色蹭掉。有话就是这样子的，这个颜色很容易被蹭，就轻轻的点一下，拿个色，没底笔你就擦干净哈，就干净。为什么呀？因为你不擦干，它就容易把颜料蹭掉。一般要这个有话的时候，你是挤多少用多少，不要老放在那不化，它容易干掉。干掉的话就有点浪费颜料，你今天这个颜料面就用完了，发现了吗？这个紫色就是不应该用紫色用的少，可以不挤，其实可以不挤的啦，有一点浪费啦。你们不要像我这么浪费啊。花瓣碎一点，散一点。好，这就是这一片的绿色。这绿色有没有感觉太碎了？就是不整体。有这种感觉的话，敲一。什么是不够整？你看一下，就如果说把这个颜色加重一点点，统一到一个色调一些，统一到一个里。统一到调里，没有刚刚那么，是不是整体的一些？好，绿色的叶子再加两，加两边叶子。画这种花树木的时候，好。就一定它的暗部颜色最好用黑色，深黑色偏上于黑色的颜色底。为什么呢？因为画完这个颜色之后，其他色体化它就提亮，很快的就能亮。好，加一些碎的枝干，碎枝干记住了，在画的时候就注意，一定要把这个笔死的捏平，很平整体，看到没有？好，特别的平，看到了没有？用这个面干嘛？用这个面去画直线，因为油画你拿毛笔画不这样直线，它一是用这种皮
平头的屏风，那这个就是要你比较的尼罗米，好的尼罗米才能这一点，不好的尼罗米的话它风根本就这样子，直线才能画的直细。为什么颜料不干？它颜料不干的话，你如果看我，如果是用小笔，你们看一下反转。我小号笔捏不细，小号笔就是我，然后一画它没有那个力量，看到了吗？根本画不上去的，就一定是这种扁的尼罗笔。这是笔的要求。加这个细节之后，整个画面就更加的完。现在就会觉得不够碎嘛，会有一种它好像很紧。哎呀哎呀哎呀！啊，我要死了！我的上啊！唉，沉默三，我今天穿新裙啊，看我的裙子，而且是买一个缎面料裙子，看我的，看到没有？你看我这个裙子是多么的好，你们看一下，就是那种绸缎的，啊，我哭了，我要哭了。啊，我都不想上课了，我要闭关修炼，我要远离油画。待会去吧，我就在那边做白颜料色。如果它去不掉的话，油白肯定盖得住，肯定盖得住。真的已经不想说话了，你们我心情吗？经历中心累的地步了。好，小红花绿里给他。加个小黄花，好像那种鼓起来的感觉。屁股的位置我加了一点红色，让它鼓起来了有。就很小心的，因为画这些碎碎的东西就很新嘛，很新的话就是其实很油的，很要握笔就没有住，就要稳一点嘛，都握住，开心。这些碎碎的东西加了之后，你们感觉是
越来越好看了面。你这里是有种粉根，种的还是种下去的叶子的地方。刚刚有一些种子种下去，外面显得有点不够有层次。现在就是做家具之后，就外面层次就清晰，外面开始有层次感了，有感觉吗？外面开始有层次感喽。这只小笔，小笔个花花的绿色叶子还没有，绿色好多绿的叶子还没有画齐色，所以我就把绿色叶子再给它再画一下，点缀一下。那这些上面有一些小小的零散的绿色叶子，叶子啊是叶子。因为是梅花嘛，这幅画卖多少钱？200块钱可不止，会这样？200块钱成交了没有？200块钱出就是傻瓜了。你看，这画就是一些画，就是颜色重一些。发现了。这个。水粉的话，它画出来的质感没有这么，你尝画过水的就知道，水感质感不这么好的。水粉会画的碎，不过你跟油是比较像的，是。黑水粉的话呢，也不会油画，因为它的色做的这个方法不一样。你会发现水粉好上色，很多白都可以拿粉的水画，但是会发现这个油根本没法上色，上不了。你如果这个的话，就是上不了，也是上不上去，没漂亮的效果。而且油画就是画完之后，这种感没有的，你看，油又很吗？就是有那种方，看到了吗？这是水没有，那它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颜色，看到吗？它指的是照片肯定一样，但是实际生活中这张画是完全的。有些画完之后再成光油，它就是油发亮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可能纸片里面像是水，但油画就是说一定得看原画好看的，看到没？啊，你看这种反正肌理感，就是很达不到，画完也不笔芯没有的，也是有的，笔芯没有的，做不到的。平之后就是水粉上的，就没有那么好的效果，肯定是没有那么好果的。好，那另外一个地方哈，就是要去画这些白色的小花花。这些小花怎么画呢？这得另外一个技法，就这个要用笔，扇形吗？扇形笔，扇形花的方式。这边的。白花花呢，就是要稍微一点，因为它是变色调吧，所以说这个画这些颜色的时候，就是再拖了一下，稍微拖一看一下，好，上面有这颜料，你看我笔是不是也不是均匀的？
傻又勇敢的。你睡的不能太亮哈，色色也灰一点点。先是用肥皂头什么意思？对，用肥皂就是很。干的是吗？好吗？好，这个后面色就应该亮点。好，灰灰的色调啊，所以我就把笔擦干一下。我这里还快，就忘了。点去的哈，就点上去，不同的方向点。要点上去的。好。这样的话。我就让它其他地方色，就是我说的白色，它就布不出来，所以我画成淡紫了。我调了一点点紫，调了一个淡紫色，这个让它紫色效果会好看一些。地方紫花花呀，是有。这边就要多画盖住它，重新画。这个地方就没，因为底色本来就画点底色不够立体，看到了吗？这个地方就画多了，我就拿盖了一下，盖了一下之后就再少画。好的。念纸可以就是摆好。因为这个地本身背景的颜色很浅，知道吧？说你画成这种，它就根本看不出来，画半天不出来，没办法呀。我画半天都看不出来的话，画了干嘛呢？那我们还不如就是紫色。画，想要干，我少得两周，两干之后就干上光油，光油的一上上去，这颜色就会很好看。OK， 画面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看下效果。好看吗？多三个小时就可以画完。还是。一定就是少不了一个零号。等你画完签名的话，就一定要把画面干。我现在干，就先纸签上去吧。
显得有点丑。锅饭。哇。M 嘛，我觉得，这样吧，等它干的时候再切。干的时候再切，就这样吧。哎呀，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把这一段调好。掉，都没有发生，看不见，不见，没有，没有，啥没有，为什么叫波的？说来话长，再跟你聊吧。好的，因为这我看呢是两幅，所以说呢，我是在今年这个大批好的上课之后，咱们画这一期的里面。干嘛呢？送出去一幅，咱们油画班好毕业后，你们油毕业后，然后上课好，然后上了课好，就等送出，因为我有两张，所以我不需要。等油画完课之后，在毕业典礼，然后我就到飞机抽一张送，好不好？要写不写？咱们先画的完吗？有的有。中奖率是非常高的，因为有话题名额的只能就一直招十个人，现在有四个人了，就还有十来个名额。如果希望加入一期的今年这个班级的，可以申一下咱们的宝宝。这个是客服宝宝的信个 Q 良好一会儿客服宝宝，然后你们就加进，欢迎大家加入到计划的课程好吗？有东西没有任何就是需要到的，你知话你没学，他不学的会。是没有办法，任何的办法，有话我懒得去，就是又懒，不想学，你就别抱这个气学，就是这个洞开。没的话就敲一个一，有问题的话再出来，然后我就有时是我，还有是我呀。为什么？因为油画课的人就是找的只有我知道能找人，招不了太多。画工的话，在这样已经到了，油画工已经到，这两天在校给你们那边个那个间看到没有？那房间一屋一坨的全光。就是油画框真的超级打包，超级难打包啊！那个点一坨，这么暗啊！给你们调一下光。
越挑越暗。那个人在上办公区，然后那里都是老师的作品，然后那都是画来全部。这个桌子有刚好放的东西，房间全部都是油画，把我们办公室去掉了。那个侄子他们的衣服颜色，我亲手包的。你看大一盒子，就是画框，油包我就是粉才能去。哎，天哪！为了给你们，真的是我快累死了，而且。因为这一个窗子全部都是进口框，出口的是温莎牛地框，是牛顿，温莎牛顿的就是雨露最好的油画油幅，这块卖很贵的，但是因为这窗子这窗被害，因为温莎牛今年厂子穿掉了。然后被海扣了下来，就是不让出口。完了之后就有人他就低价就倒屁股，所以进那么大的框子，就是大的有些好像框可能才100块钱，一共分是三个框子，有五六人。然后大的，然后这么大的框子好该是这。50厘是有这么长的框子，有这么长的框，单独在网上卖价的是40块钱一口框，就是这一批们这一的话是真的是运气比较好，这一批子因为便宜，所以我们优化是便宜，会给你会差价的，就我们成本就给你便宜，我们人工跟打包费就可以了。你不画是画，不是做画材，这个是给你们选，是觉得你们的实话都好啊。便宜的话，我们就会做。所以这才这批框子3个，价都顶到100块钱，特别划算。但是只有限量，只有10分左右。有，到时候如果批呢，这话可能不一定能招到50个人。我这种招不的感觉，就少越开，因为我最知道就能轻松一点。是配了有大概40套，就是能画就早一点，一套卖没有的。框子一出完就下一个框子价格贵了，我那个牌子的框子都价格要贵，油画框是比然后这个笔一共也是有13支笔，然后4瓶油，一个刮到口，一个是国产的，然后这板挑要买风油的哈。我的脸都白了，风油画是什么呢？木板这种木它不封，看它是用折的没有。木板的话呢，它这个木板它油，然后你的失去光泽，上去的油，买它这种油画板一定要买浮的，如果没有浮自己刷油一层刷，买吗？这些的。就是长是尺，这种小板是非常好用的。地方还要买一个画架，画的画面画架、油画架可有手包的话要几百块钱，价格不是很便宜。需要的话到时候上手包了就直接新手包，暂时也只会有新手包，因为其实。就不展示不单。好，那就刷个一，那我就下课了。跟油画板都不建议用，因为是不是会用油画板。油画纸是油画板油画框的触感不一样的，不一样，而且很难上色的。就是说，它增加油画。
那是建议的话，专业一点的吧，就是油画。不建议，就是使用纸画，不是油画纸，油画纸的画板。对，我赶紧洗裙去，气死我了。拜拜。晚上回去都睡不着。拜拜。